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谢谢，欢迎您来到德云社的演出现场。首先请您欣赏相声学歌曲，表演者尚九锡、何九华。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谢谢大家。哎呀，我先调整一下话筒的高度啊，因为那个高度不是谁都用得了的。好吧，谢谢大伙儿。啊，后边你们是听不见吗？买前边的票啊。哎，这句听见了啊！前边的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了，这回后边的能听见了吗？你看这能听见了又不理我了，咱们的观众都好傲娇啊！当然，节目开始了，我们小哥俩是头一场的节目，现在放眼望去，还有很多的观众还在往里进。当然今天这个演出啊，有一点特殊。对，我们6:30就开始演出了啊，提早了一些。这个时间段说相声，我也是第一次。是。啊还是听不见啊，音响师你能救救我吗？音响师你把这声开得大一点，毕竟他们人多，我喊不过他们呢。 Hello， 好了吗？好好，这回好点了吗？你还听不见，你都坐我脚面上了。哇，这听不见就把助听器带上就好点啊。那我吼死他了。行吧行吧，确实呢这个场馆多多少少的有点大啊，很多的这个技术方面呢我们还在调整。当然你看现在跟逛庙会一样，很多人呼噜呼噜的还在往里进。哎啊，赶紧啊入座，因为我们要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呢自我介绍了。好吧，我叫尚九锡，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尚九锡呢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尚九锡。哦，尚九锡这个名字属于我，我有一个名字叫三楼的你们为什么不给我鼓掌啊？对，因为听不见呗。哦，悬崖峭壁上的你们给我一点回馈好吗？谢谢谢谢跳楼机对面的你们，还有三楼。当然很多朋友为什么不习惯说啊，我们介绍完名字就鼓掌啊，觉得十分的陌生。哦，啊，还是听不见啊。哎呦，这可怎么办啊？哎，对面还有我呢。啊，这边听得见吗？这边你们听得见吗？哎呀，你们说话我听不见。嗯，这可怎么办啊？没事，后边再调试啊。啊，这音响师继续啊，第二回救救我，好吧？刚才提到了我的名字尚九锡，这个名字很多人说白了没有鼓掌，没有回馈，因为什么原因？小演员没有任何的名气。哦，这名字一说完呢，大伙儿都不认识。尚是哪个尚？可以简单的拆开了，跟大家伙儿逐字的翻译一下。哦，分开介绍。尚是哪个尚？时尚的尚，英文来讲 fashion。 哦呵，还会英语呢。英文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哎呦，中间有一个九字，九是哪个九？七八九的九， nine。 哦，还是英语啊。英文的知识点 point two。会的还真多。他就是知识点二的意思。哦，谢谢您翻译。不客气。后边还有一个西字。嗯，西是哪个西呢？笔划有点多，写起来有点繁琐。哦，它是康熙的那个西啊。英语怎么说呀？来翻译一下您那个 point three。
你问我什么？我问您康熙的熙英语怎么说呀？我是不会。哦，现场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除了喊听不见的，有没有人能帮助帮助我？这个康熙的熙用英文怎么翻译？啊，下边有说西医西，体现了大家优秀的九年义务教育。哎，对，这个确实来讲呢，西医西是拼音，这个康熙的熙用英文翻译的话过于的抽象。但是之前我去小剧场演出的时候不一样。哦，当时是在东北。东北人活泼幽默，天性呀比较的开朗啊，也是聊到了这个话题。我说这个上九溪的溪用英文翻译不了，现场求助一下。坐在头一排，大概是第一排的这个位置。哦，那天是一个大姐。嘿，今天她没有来。对，是我看出来了，因为今天的票贵。嗨，大姐不舍得，这是。对，她要是来了，就坐这个大哥的腿上了。嘿，这俩人还挺温存的。我都有画面感了。这个位置坐了一个大姐。哦，大姐。这大姐啊特别的踊跃啊。我说康熙的熙啊啊，这边又听，哎，就这边听不见，只有这边听不见吗？哦，你们可以稍微等等，我这场就炮灰了，我给你们试音好不好？你们是来看我师父的，我又不跪，少听两句就少听两句吧。我是一个调音师，谢谢你们了啊。啊，这确实呢场馆有点大，然后呢很多的朋友确实呢位置比较的远，当然确实你们听不见呢，我尽可能的也是大点声。哎，当然我说相声我也不能喊相声，你说我说一半再把我肾喊出去了。嚯，对吧？确实来讲呢，我们尽可能的提高我们的调门，后边也在试音，尽量的把这声音调的大一点，好吗？你们楼上的观众，谢谢你们。好，你看，楼下可能等我下去了，可能这个音就好了。哎，对吧？好，很自然，通过他们的简单的一反馈，聊到哪儿忘了。哎，对，就聊到康熙的戏的英语啊。哦，对。聊到了一个东北的大姐。哎，边上有个你还是不错的。是啊，虽然上场你一句话都没怎么说啊，你还起到了一个提词器的作用。对，我站这么近我还不听着点吗？我得嘞，那个大姐十分的踊跃啊。我说上九溪的溪拿英文翻译不了，大姐啊特别的开朗，特别的踊跃。小伙子，康熙的熙你咋都不会翻译呢？那不就是 AB 熙的熙吗？呀，这大姐是一个英文的天才呀。你们知道当时我是一个怎样的心情吗？您什么心态呀？我想给她退票，不是给你们退票啊。哎，不是，为什么给这头牌的大姐退票呢？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她好笑。哎呦，我还站台上给人家巴巴的说相声，你说我挣这个钱是不是亏心？哦，有点骗人了。那天演完出之后我也挺郁闷的，后来呢剧场一散了，我得打听打听这个大姐是干什么的。什么工作呀？当然这个大姐也不一般。怎么呢？她是一个唱二人转的。哟，这跟相声是半个同行嘛。本来人家到剧场来想啊借鉴我们几个包袱笑料啊，后来呢人家往下边一坐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台上的你依旧不如台下的我。哟，所以来讲到东北去说相声比到南方卖羽绒服还费劲。对，他没有市场了。所以来说上九溪就是这一个字，希望大家伙尽量的往心里记，我叫上九溪。说完我的名字了，赶紧说说边上这位老师。哦，轮到我了。上九溪的搭档是这个小伙子，和上九溪合作了很多年啊，一直呢配合上九溪的演出工作。对，还会和上九溪继续合作下去。嘿，努力加油，你的明天会更好。嗯，不是，稍等一会儿吧。您干嘛呢？
介绍你啊。介绍我呀？对。那您倒跟大伙说说我人类的名字呀。重要吗？很重要啊。介绍完了他们也听不见。不是，您得照顾听得见的人，让大伙认识认识啊。好，介绍一下他，他叫何九华。哎，还不行，我这说点。谢谢谢谢。你们听见什么了就鼓掌？何九华吗？我说他叫何九华。哎呀，听听，为什么呀？我这上台叨叨叨叨叨叨说半天，一点回馈都没有，唯一的回馈就是听不见。我一提何九华，下边啊，何九华真帅！啊，有这么喊的？还喊何九华真帅，后边还跟了一句：“上九溪你还行。”这不错了，就。你说我说相声已经求着大伙儿到了怜悯我的地步了吗？确实是哦，现在捧哏演员位置都比较高。哎呦，当然呢，确实大家伙呢，其一是可能说啊比较喜欢他啊，其实更大一部分的人就是为了挤兑我，哟，让我觉得台上无地自容，显得逗哏演员很没有面子。嚯，其实不重要啊，你们心平气和的想一想，我们都说了相声了。还要什么脸？听听这个掌声啊，仿佛啪啪的打我脸一样。哎，这嗨，反正您都不要脸了，打脸也无所谓了。行吧，行吧，确实呢，捧哏演员小伙子长得很精神，跟大部分德云社的捧哏演员都不一样。哦，有区别。常到我们这儿来听相声的，可能对我们这儿有一定的了解。德云社的捧哏演员大部分都是体态偏胖的演员。哦，胖人多，这后台你们都进不去。哟，怎么了？不是管得多严。什么原因啊？塞满了。好，后台都先往里闯人啊。基本上你们一脑补捧哏演员都是这样这样还有那样的，是赛着胖。对，当然基数一大，保不齐哪个演员就火了。有出名的，最火的大胖子的捧哏演员，咱们得说谁呢？啊，一提你们还能认识的哪一位呀？孙越，孙老师。哦，岳云鹏的搭档。呀呀，孙越家来亲戚了。这，孙越家就一个亲戚啊，就来了一个。哎，好吧，好吧，确实呢，一提有反馈，一提孙越，大伙儿都认识啊。孙越是我们德云社后台最胖的捧哏演员。哦，孙老师胖，咱就说孙越这个人胖到了什么程度？什么程度？让你们忘了岳云鹏都是个胖子了。哎，当然岳云鹏跟孙越一比，胖的比较含蓄。哦，那孙越呢？胖的是过于的张狂。孙老师太胖了。你们也是没什么机会去和孙越面对面的聊天，近距离。我可以分享给你们大家伙。哦，您有心得呀？那是一种奇观。哟，什么叫奇观呀？充斥着你的视野。哇，我跟你们各位说，除非你闭眼睛，要不然你不看他不可能。哎，哪儿哪儿都是孙越啊。我和他一聊天，我都跟他喊喊，你离我远点。怎么了？我看不全你。这玩意儿人走跟前都看不全了，休要开启你的人像模式。嚯，站这儿就是特写呀，实在是太胖了啊。话得说回来，人小伙子长得比较的苗条，相对体态单薄了一些。哦，而且这小伙子捧哏演员的身份跟一般人也不一样。怎么？古灵精怪。哦，我比较聪明啊。平时跟家里聊天的方式也都不一样啊，而且这方面我分析啊，多多少少的有点遗传。怎么还遗传呢？包括跟家里边老人家跟他奶奶聊天，平时也是啊，希望老人与时俱进啊。那是啊。那天跟他奶奶聊天的时候问他奶奶，嗯，奶奶你会下载吗？哦，
就问他奶奶会不会上网，会不会下载。是啊，给他奶气够呛，过来之后踹他一脚，死小子，我不会下载，你爸哪儿来的？哪个下载呀？老年人确实跟咱年轻人多多少少的有点代沟啊，理解有不一样的，无所谓啊。再问问你爷爷。爷爷好，走到跟前去了。爷爷，哟，这样没有代沟啊，这个。这你们不是能听得见吗？这便宜时候都有你们了。哎呀，行吧行吧。问谁呀？问的你爷爷。哦，再问一遍吧。跟家啊，那老头儿。没有跟他这么说话的，知道吗？哦，就是爷爷。哇，你是葫芦娃呀你！我葫芦娃有这么多的爷爷，那蛇精肯定打不过葫芦娃。对，斗不过爷爷。爷爷，我想问问你，你有微信吗？哦。他爷爷啊，跟你们的反馈不一样，跟这些爷爷不一样。哦。哎呀，我在这个家，我有什么微信呢？哎，都是你奶说了算的。是啊，老头说那是威望，知道吗？对呀、啊，他没有微信呢。我说的是那个手机微信。那可能他那岁数不懂。岁数啊，年轻人呢，包括老年人，都要与时俱进。哦，平时像我们在演出啊、生活之余，也有自己的爱好。嗯，以我为例，拿爱好啊，有时候填充自己的专业。哦，填充相声里。平时相对来说呢，我喜欢听流行歌曲。哦，听歌好。一般国内的歌听的还比较的少。怎么？因为来说啊，国内有的歌放的啊不是时宜，歌曲放的不对，选择的地方不好。哟，那天也是我在北京晚上出去办点事儿，凌晨4点多钟。哦，半夜开着车在高速上边，边上呢过去了一辆灵车。哦，就是结婚的车。哎，咱俩配合是不是有点小失误？怎么了？过去了一辆灵车。对，结婚的车。对，是不是他过灵车？对呀，灵车嘛，灵魂伴侣的车辆嘛。就是南北方可能有差异，可能灵车就是灵魂伴侣的车辆。是。那你们家解释骨灰盒是不是骨灰级玩家的首饰盒？哟，怎么了？这是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意思呀？那你说那灵车是什么呀？就灵车就是，就你断气了，他就给你带走了。哦，我知道了，拉死人那个车呀，拉亡魂的那个车。哦，那也叫灵车，在边上呼啸而过。哦，半夜4点，我是一男的，谈不上害怕，但是多多少少觉得有点晦气，有点抵触。结果这个车实在是太恐怖了。怎么了？他居然放歌。什么什么什么灵车放歌？公放啊，外边都能听见的啊。边上呼啸而过，音乐可就散出来了啊。放的什么歌啊？跟我走吧，我天亮就出发。你是得天亮之前出发啊，要不然就赶不上头颅了。哎，这嗨，这不接人来的，这是。所以来说，中文的歌听得相对少了一点。哦，喜欢听欧美的流行音乐。哦，国外的音乐了解吗？车里边我开车经常性的啊，锁定一个频道。什么频道啊？北京88.7，上海87.9 ，Hit FM Never Stop the Beat。懂吗？里边那些歌手耳熟能详。有谁呀、啊？里头有一小姑娘，就是特别火的，现在啊，欧美流行音乐叫 A 妹。A 妹个儿不高，挺黑的，不是我师傅啊。哎哎，我知道。你要不解释，没人往那儿想，知道吗？我一解释 A 妹，大伙儿不认识，她的全名叫 Ariana Grande。哦，不要让我再说第二遍。怎么？说完和第一遍不一样。嘿。名字都说不一样，对不对？小姑娘 A 妹出过一个很好听的单曲叫 Dangerous Woman。 哎，这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单脚拉屎的女人。切，我对英文的这个造诣来讲，别听了别听了别听了，这欧美音乐太无聊了，歌颂一个单脚拉屎的女人，你不得翻译过来吗？ Dangerous Woman。 您受累再说一遍英文行吗？ Dangerous Woman。
危险的女人，还单脚拉屎的女人，还单脚拉屎不危险吗？你还想怎么拉？哎呦，单脚拉屎那都改成热瑜伽拉屎了，那都不是。你就直接说危险的女人，别说这论据了，好不好？就出过一个很好听的歌曲哦。另外还有我比较喜欢的欧美的歌手，也是一个女歌手，山东天后，大伙儿可能对她也是不爱的，不爱的也是、啊、你先等会儿吧。欧美歌手叫山东天后，看来你也不够了解呀。这人是谁呀？雷哈娜呀。雷哈娜我知道啊。对呀，他是现在在带货之余偶尔的唱唱歌。好，他不歌手，那我问问怎么叫山东天后呢？因为他出过一个很好听的歌曲叫潍坊的 love。 怎么了？潍坊的爱。好，这是风筝节的歌啊，这是，对不对？我还有一个喜欢的男歌手啊，叫查理铺。查理铺啊，他有一个中国大家伙对他有一个爱称叫断眉哥。哦，就眉毛这儿啊缺了一块，我开始以为他是一个凹造型，说的就要这个酷酷的劲儿。后来不是，我一看他那个采访说过，之前狗咬的。哦，这是后天的。对对，就是断眉哥，我跟他比较相仿，我叫断头哥。嘿，我德云社，我叫德云断头台嘛。啊行，对吧？就别认了，跟人不攀亲戚了。哦，小伙子出了一个很好听的歌曲，叫《卫东逃课爱你猫》。这个歌唱出来呢，就比较的这是给 CBA 唱的吗？这是？怎么还有篮球的事儿啊？您刚才说那歌名叫什么？《卫东逃课爱你猫》。卫东逃课爱你帽，没听过，没听过。你唱你就知道是什么歌了啊！你唱是这个味儿的。卫东逃课你帽，卫东逃课你帽，卫东逃课你帽 ，Like we used to do， 卫东来你帽。What was all I before？ 卫东逃课你帽 ，Like we used to do。就这个。哦。英文歌那挺好听，一歌翻译成卫东逃课挨你骂，我都是直译，就是卫东可逃课挨你骂，是吧？是吧？这哎呀，你这个英文也不怎么样。我这还不错，是撇铅球的老师教你的吧？还撇铅球的？你看撇，你是不是不会写？怎么写？你教教我。嘿，你们也不用笑话我，我也不会。咱就说啊，这歌一唱完，大伙儿可能有的听过，有的没听过。当然，他有自己的一个、啊、比较代表性的歌曲，是跟一个说唱歌手合唱的。哦，那个人是个黑人，叫外兹卡利法。行，你甭说这人了。两个人给一个电影出过一个很好听的、动听的插曲。哦，叫《西沃根》。什么？就哎呀，你看有没有反馈了？翻译过来就是再瞅一回。呵，好，这翻译都翻译出东北话来了。你说什么？这不东北话翻译吗？再瞅一回。哎呀，你对东北这片热土就是不够了解呀。怎么了？东北人不这么说呀。那怎么说呀？再搂一眼。我夸你呢是吗？我，你甭管瞅还是搂，不，这翻译不对呀。差哪儿了？不是，我想听英语的那个西沃根。要不咱说再搂一眼吧。好吧，啊，就再瞅一回嘛。这个歌大伙儿可能也都有听过的，两个人一块合唱，唱是这个味儿的啊。嗯。It's been a long day, what's where we began? Oh, I tell you all abou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at we began. Oh, I tell you all about when I see you again.When I see you again。 好，后边外兹卡利法接说唱啊，因为啥怎么地，一天天瞅不瞅人，烦死我了，大黄蜂就这么黄，我的 freestyle 就这么长。这什么呀？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死根啊，这还死根儿，还对吧？就是前面那个我听过。对对对，这是喜欢的歌手。哦，另外来说呢，我还喜欢一个
过世的天王级别的男歌手。谁呀？一提大伙还能认识的迈克尔·杰克逊。哦，那是天王啊。对，确实他的歌我听的比较的多一点，而且来说呢，听得多你就掌握他唱歌的特点啊。他唱抒情歌曲的时候啊，这个迈克尔·杰克逊中间喜欢打嗝。哦，吃多了。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唱慢歌？对，还打嗝。你仔细回去好好听迈克尔·杰克逊的抒情歌曲中间都有这个音儿。哎呀，你没听过吗？没有。那你举例唱一个，他有一个歌叫 You Are Not Alone。 什么意思？你不是一条龙。哎呵，行，这天王不错不错，有一颗中国心啊。这是怎么出中国心了？不是您，你不是一条龙，那不是刘德华吗？那不是。不是，我说迈克尔·杰克逊。对，您跟英语。对， You Are Not Alone。 你并不孤单啊，爱谁孤单谁孤单啊。对，龙孤单。嗯，咱们唱一唱啊。五千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安迪安迪安迪，别吵。什么玩意儿？别吵。师傅二儿子。我知道我知道，你们还是刘德华吗？你老提刘德华我不串了吗？对，咱不唱那。你给我搅和就迈克尔杰克逊吗？对，迈克尔乔丹嘛，对不对？那都退役了。迈克尔·杰克逊呢？不也退役了吗？真想给你个勾拳。泰森也退役了。哦，行吧，行吧，唱吧，唱吧。谁呀、啊？迈克尔·杰克逊。哦，杰克逊。You are not alone， 你不是一条龙。But you are not alone。 哟。I'm here with you。Though you far away。I'm here to say, but you are not alone。 这回好了。哎呦呦，怎么动静还大了呢？对不起对不起，最后一个是我的晚饭。哎呵，太恶心了这个。对吧，这是过世的天王。另外来说呢，有一个女歌手我也比较的喜欢，现在也是天王级的人物，她的名字叫 Lady Gaga。哦，这女歌星 Lady Gaga 翻译过来中文你知道怎么讲吗？怎么讲啊？母鸭子。Gaga 就是鸭子的意思呀。 Lady Gaga。 哎呦，我平时喜欢听她的歌，之前也跟一个男歌手两个人一块出了一个电影，也是很好看，后边的这个片尾曲也是自己唱的，这个歌叫 Shallow， 翻译过来就是沙漏。哎呵，咱下回不翻译了行不行啊？就是浅的，肤浅的意思呀。对对对，就这歌啊，大概一唱就是啊。Tell me something, girl, are you happy in this modern world？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喜不喜欢你妈妈的世界？啊？可能我翻译错了。对，您那英文我不猜了就。你看，刚才就是说一个人唱两句，说一个人唱两句，显得不够立体。咱们啊，换个形式，提到了 Lady Gaga， 让大家伙更好的融入进来，这就不是。这个体育馆了啊，改成演唱会的现场。哦，不说相声了。假设前边有一个大钢琴， Lady Gaga 很有才华，能自弹自唱，但是她弹钢琴的时候和什么周杰伦、郎朗啊不一样啊，范儿比较的狂野，喜欢脚搭钢琴上边，哦，踩着一唱是这个样子。嗯，就这么踩着呀。对了。哎呀，你上那边凉快凉快去吧你。我说这儿漏着呢，散味儿用的，这是好。跟那没有关系啊，你老搅和。Sorry， I'm little monster Lady Gaga。 我不问了。你听听，你听听我唱的。你们是听见了还是闻见了还是？这么远都闻得见，我穿了品如的衣服了吗？就赶紧唱吧，钢琴都起锈了都。擦擦。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下去下去，拿着拿着，去上厕所去吧，去去去去去。为什么轰我？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大家都很陶醉的。什么呀？唱一爱情买卖。跟那个 Lady Gaga 挨着吗？行，别说不挨着，
跟他唱那叫什么什么浅的沙漏的那个，那倒是 Lady Gaga 唱的，但是有听过的，这是一男一女俩人对唱，他唱那两句啊是男生唱的，正经到 Lady Gaga 唱他一句没唱啊。行，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人 Lady Gaga 是女歌星唱不上去啊，女生调门高啊，谁唱不上去，男的往上唱唱不上去，你这有点多心了，脏心烂肺，我这不就是跟大家伙稍微开一个小玩穴吗？哟呵呵，还玩穴，不就 Lady Gaga 唱有什么可难的，给大伙分享一下 Lady Gaga 的歌啊，就很有动感的。 I want you loving, oh you loving syringe, you have me card and battlements, whoa. I want you loving, oh you loving syringe, you have me card and battlements,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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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d and battlements, whoa, whoa, whoa.Oh, come in a battle mass. Everybody say,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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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Ra, Ma, Ma, Ga, Ga, Ooh, La, La, What's a bad romance? 行了行了，哎，唱没唱上来？上没上去？再来一个，还是这段。但起码我唱上来了，你这是什么态度？我就这态度。不是，我已经唱上来，你看大伙儿很开心。你怎么那么……废话，你说的 Lady Gaga 你不唱我唱啊，活该该唱上来。这，哎，你要这个白我一眼，我跟你说，你不要这么看我啊。我就这么看，就这么看。别别别！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你不要像无尾熊缠着我，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哎，可以了，我是你爹，我是你亲爹，我是你爹，你不懂你爹。我去你的吧。下面请您欣赏大爷传奇，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这么些人呢？好，谢谢啊，谢谢。嗯好的，嗯，听见有喊的吗？啊，听不见。有一姑娘喊于老师记得烫头，啊，这忘不了这个。嗯，谢谢吧。嗯，这个你们说完了，该我了。嗯啊，上海，对呀，好地方，是每年来好多次。至少两次啊，嗯，大型的演出，对，今天这屋坐满了10000多人，是，你说，大伙儿这么捧咱们，是不是咱们得好好的说相声？咱们一直也挺好的呀，哎，嗯，老了，啊，您说岁数大了，嗯，老了老了，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是吗？你看啊，我们哥俩差4岁，对。方方面面谦哥都比我强，就我大4岁还比您强，尤其最近还拿了个影帝。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那是跟人圈里起哄。哎，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得得到的。您过奖，澳门有一个金菊花奖啊。是于老师？不是，太棒，金的？不是，不是，还金的，银的也不要啊，这个啊，那叫金莲花奖。金莲花奖，对，澳门电影节的影帝。哎，不敢当。哎，我瞧见了那个报纸上啊，自媒体上到处都是啊，他们大伙儿捧我。我一回家，郭麒麟还说呢，大林说什么了？看看我师父于老师得影帝了啊，我也要努力。
孩子有上进心。我说努力是对的，但是千万不要有压力。这对，你就记住那句话。怎么说的？你拿不拿影帝，你都是我儿子。这话以后回家说去啊，这把我都给搁在里头了。您这你跟他不一样。当然了，他是亲儿子啊，我是干儿。好家伙，越说越不像话。最好的一个人。您捧我。真的，谦儿哥，热心肠。热心肠是对的，无论谁找他帮忙，没有不答应的。这叫乐于助人呢。他门口那小饭馆，小饭店苍蝇馆子，于老师来帮个忙吧，他们都找我帮忙，一定会去的，这乐于助人吗？他有一个包，啊，打开包，有一白帽子，哦，还有一身装扮，白大褂，也穿上，穿好了到小饭馆，包葱包蒜，嚯，蒸饭、炒饼、炒面、炒菜、洗肉、上。端下来撤了刷扫地。这饭馆就我一个人是吗？我这帮忙来了就耍我一个人。小饭店没有人呢。没人的就我一人吗？穷啊。哦，小饭店的老板全家开着私人飞机出去玩去了，让这孙子回来洗碗来得了。干嘛？事儿不大，说明于老师这份爱心。我喜欢帮助人。小饭馆回来，帽子摘了，大褂脱了，刚要抽根烟歇会儿，又有人来找帮忙来了。这回谁找我呀？后边胡同孙奶奶去世了。孙奶奶去世了有我什么事儿？儿子不在家。哦，没有孝子不能出殡，让我当那孝子去。于老师打开包，拿出白帽子来。这回就对了。白大褂穿上啊，自个儿提前准备了一个幡儿。嚯，我准知道孙奶奶要死。进门就哭，那孝子吗？把事情料理得特别的完美。都完事儿了啊，孝子开着私人飞机也回来了。这孝子就是饭馆老板感情了。这回来倒上杯水啊，刚要喝，喘口气儿，又有人找来了。这回又谁呀？于老师，啊，咱们旁边那个体育馆，今天有比赛，啊，有比赛就让他们比着呗。请您去帮忙，我能帮什么忙啊？于老师，你头走，我马上就来。我连什么事儿都不问，打开书包，白帽子掏出来一戴，准知道有白帽子的活儿。白大褂穿好了，奔体育馆，干嘛去？来到这儿，大家都等着呢。哦，于大夫您好。于大夫，请。哦，进来了。嗯，一推门，这儿一大桌子。哦，上面放着100多个茶杯。茶杯里头是？今天是比赛啊，要检测兴奋剂。哦，有这么个环节。100多杯尿样儿。这我还有这手艺吗？于大夫，啊，请。啊，让我来干这个。于大夫很开心的，是吗？这100多杯是个体力活。哎，我做什么口腔体操啊？跟着端起一杯来啊，这个观察颜色。哎，等会儿，这运动员尿出茶叶来了是怎么的？我吹什么呀？有沫子。哎，这身体也够呛。这么检查呀？喝出好来了。行，别控了，至于那么爱喝吗？非常健康。喝好，我就因为健康我控了。又端起一杯来，这回还是有沫子。这干嘛呢？醒一醒。哪儿有醒，尿样也醒。这个呢？血糖偏高。
这都能尝出来。有沫子就容易打嗝。哎呀，这个注意个人卫生啊！嗨，这都是运动员吗？这一百多杯都得喝了，然后这量还不小。那是，嗯，这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事情。是一般人谁干这个事情？单纯、善良、热心肠，我这叫傻了吧？这天下第一好人呢？啊，我还好人？那是。他这个好不是后天学的、嗯、怎么是先天的？这是骨子里的遗传。哦，这还有传承。他父亲就是这么善良。又说到他老人家了、嗯嗯、有可能、嗯、有的朋友们在相声里边听到过于老爷子的故事。不用有可能啊，您没少说，大伙儿都听过。我自幼从艺啊，到现在越发觉得郭德纲在相声舞台上的渺小。怎么在相声里面我只占20%？那剩下那80%呢？于老师和他的家人。哎，净指着说他们呢是吗？哎呀，人家真有那个在道德方面有洁癖的先生们啊，坐在底下听相声，拿纸笔都记录下来，记，然后找地方去举报我。这还能举报呢？郭德纲说于谦他爸爸姓张，写下来了。这要我也告去。嗯，写完之后弄好了，嗯，找个物业啊，你找物业干嘛呢？就这么一说吧，啊，好吧，装修去了嘛，啊，就随便说，找一个有关部门，就是物业啊，到物业去告郭德纲去了。哦，其实呢，实话实讲，我从小说相声，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0年。哦。桌子外面走马灯一样的换逗哏的演员，是谁站这儿谁说我。哦，他们也说，哎呀，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了，郭德纲他儿子怎么着了。嗯，那个剧本故事就是这么设计的。哦，跟您看那个电影是一样的。嗯，那是假的。嗯啊，你说你看个电影，这管这叫爸爸，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嗯，你看个电视剧，一个男一女的俩人一被窝睡觉，你知道是假的，你还挺爱看。话剧舞台上还是啪给一嘴巴，那光地还躺下了，还跟那抖楞假装死了，你也知道是假的，你都能接受。嗯，怎么到我们这儿都是真的呢？对、啊、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呢？你啥？其实、嗯、没有人不知道是假的，都知道。请记住郭德纲的这句名言啊，冤枉你的人比你还知道你有多冤枉。你看、嗯、这个，哎呀，一说你真信，那不成傻子了吗？是啊，你看在台上说于谦他爸爸怎么怎么着，你们哪知道于老师数钱的时候可开心了。我呀，你提这干嘛呀？相声就是两个人站在这儿说故事。对呀，故事的主人公第一就是我的事情，嗯，第二就是他的事儿，对，第三就是我们两个之外的事情，就这么几个渠道。这个人一定要说我们的直系亲属，不能说别人，你也不能说观众啊，不行吗？哎，你看那边那大哥了吗？他媳妇跟我可好了。哎呦，我还没说完，他菜刀扔上来了。是啊，不合适、嗯、也不能说其他的行业，行业也不行吗？哎呀，我们今天要讽刺一个行业怎样怎样、嗯、我这还没到家呢，他微博上已经乱成一片了，告诉你啊，郭德纲又骂什么什么行业，又上热搜了。哦，明天我还得道歉。你说我都这个岁数了，我不能指着道歉活着呀，是吧？别介了，相声就是一个手艺啊，嗯，吃饭的手艺、哦、我们不能一天到晚的老是对不起对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不能老道歉啊。你别看这个台上说于老爷子怎样怎样，嗯，其实生活中我见他父亲我尊敬的都不行了啊。我们这是有礼貌的一个行业，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嘛，这是我们行里的规矩嘛。于老爷子那个人是这份儿啊，老头也好着呢，特别善良，嗯，信佛，没错，胸口老挂着一袋铁观音啊。我爸爸信佛，这挂袋茶叶干嘛呀？不懂，而且没事站在门口老抱着一个机器猫，哈，老小孩他就喜欢这个，童心未泯，然后他就喜欢玩具嘛。又于大爷抱着机器猫了，这个搭个话，什么叫机器猫？啊，我们有名字。
对了，我们叫多拉多拉多来多来 A 片儿。别胡说八道啊！好的，您那叫多拉 A 梦。啊、哦，那我哪懂啊？你父亲看的日本片实在太多了。嗨，那也记住了这个，记住了这个啊。反正认识他父亲的人，嗯，没有一个说老头不好的，都喜欢他。他父亲就好像一个慈祥的老爷爷啊，干嘛好像一个慈祥老爷爷？他就是一个慈祥老爷爷。这个在文学修辞上啊，这个叫拟人化。我爸爸就是人，干嘛还拟人呢？啊，好，那不重要了，不重要了啊！什么就不重要了？他父亲是特别喜欢我，啊，每次一见我，咱们吃饭去吧，不，他还请你吃饭，走，吃饭去吧。哦，好啊，嗯，我带你去吃什么去呀？带你到全聚德烤鸡店去吃个鹅。这老头也没见过什么，哪儿啊？全聚德是吃鸭子，烤鸭。同志，你父亲绝不能说鸭子这两个字。为什么呀？因为老头被鸭子伤害过。这咱们得问清楚了啊、嗯、我爸爸被哪个鸭子伤害过呀？你请注意你的措辞。什么废话？ 你不是说的吗？被鸭子伤害过。你要这样的话，我上物业告你去。你嗨，这物业也有点忙。你这、啊、你说说怎么被鸭子伤害了？因为你父亲小的时候在全聚德烤鸭店嗯做过学徒工。哦，他在那儿学过徒，后来弄得不愉快了，哦，所以同着他不能提呀、啊，烤鸭呀、鸭子都不能说，伤心了。对了，怎么回事 啊？他父亲12岁就到全聚德烤鸭店去做学徒，啊、哦，这打杂学包葱，哎，徒工开始都是这样，因为吃烤鸭离不开葱啊。啊，那倒是，给大家普及一下吃烤鸭，这还能普及？按规矩来说，嗯。吃饭有很多要求，烤鸭我们来了，哦，要吃烤鸭，嗯，先把那生的鸭子拿上来让您挑，这不能吃，拿来干嘛呀？你得挑肥瘦啊，大小合适不合适啊。哦，你挑完了之后要在上面做个记号。记号？对了，因为烤完了回来还得是这只，保证别换，这是过去的规矩。哦，有的是拿一支新毛笔蘸上蜂蜜在上面写字儿。哦，有的粗一点的人呢，就是拿铁签子在上面随便画个什么。哦，也有的写字儿，是写完字儿，烤完了回来呀，还有字儿啊，写的呢，鸭子于谦。对，不是，这不是吗？这写的太突然了，这四个字。那是，啊，不重要，不重要。哎，这个就跟饭店里边吃那个清蒸鱼的规矩是一样的。那个也有什么规矩吗？坐在饭店里边，我们要吃清蒸鱼了啊，拿大抄子给您拿来了。嗯，您看行吧？看看，您只要说这条鱼没问题，可以了。按吃饭的规矩啊，必须同着您把这个鱼摔死。哎呦，干嘛摔死？不能拿到后厨给您换了。哦，换冷冻的了，换死的了，嗯，都不可以。就保证这条，同着您啪摔死。嗯，这是做生意人的良心，让您看着。现在有的饭店不讲究这个。啊，你看挺好，他拿走了。嗯，一会儿你吃完一出去，嗯、你看水族箱那鱼还打招呼呢。哎嗨，这鱼也是半熟脸了。嗯 他竟给放生了。啊，这吃饭的规矩。哦，待会儿烤鸭烤完了端上来，一只烤鸭先把脑袋切下来。哦，再把鸭子屁股切下来。要这两样干嘛？找一小盘子放好了，嗯嗯啊、看看这一桌吃饭的人，嗯，谁坐在主位？什么叫主位啊？这一桌不管是8个人还是10个人，一定有一个人坐在主位。怎么看呢？就是这个座面冲着门。哦，这个是主位，冲门。这吃饭的人里边最有钱的、最有势的、身份最高的，嗯，哎，他要坐在这个位置上，这叫主位。哎，这个盘子放在他面前干嘛呀？这叫有头有尾，这是一句吉祥话。这个鸭子要片成108片的丁香叶，这都有数。哎，摆在桌子上。嗯，吃法3种。嗯，头一种就是用薄饼来卷。都这么吃。这个饼搁在手里边一攥得是一个团儿。嗯，松手得打开是一个片儿。嗯，一攥一个团儿，松开还是团儿、嗯、这个不行，没弹性。哎，打开了还得是这样。嗯，要放上5片鸭肉。
嚯，放上葱丝儿。嗯，这个葱要用山东章丘的葱，那儿的葱好啊。那个葱叫大梧桐。嗯，最长能长到2米。嚯，不能用葱白，不能用葱绿。那用哪儿啊？用葱白和葱绿当中过渡的地方。这东西叫？这叫葱库。嚯，真讲究。拿这个卷，记住了，夏天吃烤鸭的时候，薄饼里边可以放黄瓜丝儿。嗯，春天、冬天、秋天不放，这都有规矩。那像现在似的，黄瓜丝、青萝卜、哈密瓜，后厨有什么给你切什么。哎，对，要省肉，这就看厨子心气了啊。按规矩，只有夏天吃烤鸭才能卷黄瓜。嗯，啊，这是第一种吃法。还有吗？第二种吃法用一种空心的马蹄烧饼。嚯，马蹄烧饼空心，嗯，鸭肉蘸调料。桶子里边夹着吃，是那个调料就是酱油和蒜泥啊，这倒是简单。这个更麻烦，怎么呢？因为酱油要用真酱油，假酱油都不好买，还真酱油。你说的那个是超市卖的一瓶一瓶的啊，那个不叫酱油，那叫清酱。哦，真正的酱油是黄酱里边出来的油。什么叫黄酱出油？大块的干黄酱。啊，六月三伏夏天、嗯、院子里边最热的时候，嗯，找一张锡纸，抽烟的那个烟卷里边锡纸，是大张的铺好了，上面放上酱块，嗯，再上面再铺一张锡纸，啊，上面压石头，底下锡纸窝出一个嘴来、啊、嘴下面放一个盆，拿太阳晒它，晒到这个酱块出油了，那摊滴着到盆里边，嗯，凑满一盆端走，加上香料再煮再过滤，这个才叫酱油呢。好家伙，你买的那个都不叫酱油，那叫清酱。对了、啊、得这种酱油和上蒜泥蘸鸭肉，拿这空心烧饼卷着一块吃，能不好吃吗？第三种就是生菜卷的。生菜还能卷？哎，生菜卷鸭肉，但是鸭肉要蘸黄芥末。呵，这就这么三种吃法、哦、要不怎么说听相声长知识呢，是吧？你看最起码会吃。你呢？他父亲就是12岁到全聚德啊，学包葱，啊，这需要葱，一干就是20年，包了20年葱啊，后来被评为全聚德一级葱师。这名字怎么那么别扭啊？享受法兰克福骑士奖，包葱，嗯，享受法兰克福骑士奖，是的，是不是法兰克福的人歧视我爸爸呀？他们。是法兰克福的人骑着你爸爸？骑着像话吗？不是，试着骑了一下，没听说过、哪有这么大就获骑士奖。反正天下都传开了啊，全聚德有一个一级的葱师，这包葱包的好，声名在外啊，有名了。有其他的饭店打算要这个人，这叫挖墙脚。哎，这个天津有一狗不理，狗不理挖他呀、啊？狗不理说这个。一级葱师太棒了，哦，挖过来对咱们包包子有用处。包包子有什么用处？包子里面必须要放葱啊。那能放多少葱、啊、哎呦，你不管放多放少，没有这个葱、啊、包子不好吃。是，您在家可能也包包子，你包完你老纳闷儿，嗯，为什么跟这个老字号的包子不一样呢？啊，有这个毛病都在葱这儿。怎么呢？你一定是葱姜剁碎了跟肉打在一起，那就和馅儿吗？记住了，窍门在这儿啊！啊，哎，专业卖包子的，他那个葱永远不会和肉馅儿搅在一起。那他怎么放？你把肉馅儿搅好了，放在盆里啊，剁碎的葱末是撒在表面。那包的时候，包的时候拿着皮儿往里边拨了这肉馅儿、嗯，顺手带一点葱。这干嘛呀？因为葱切碎之后跟肉搅在一起，经过空气，它会变臭。哦，搅和烂了，这就是你在家为什么包包子跟外边买那味儿不一样。嗯，就这么一点区别。哦，狗不理说我们得去。啊，你们也去找全聚德要这个人才。就挖墙角去了。来了就问了啊，听说你们这儿有一松狮啊？对，有松狮啊。啊，干嘛狗不理上这儿打狗来了？是怎么着？一级松狮吗？啊，没，葱狮。什么事情啊？要这个人，要挖，来吧。哦，把人带来了。是啊，去吗？问问他。全聚德觉得不可能走，来20年了，有感情了。没想到你父亲这儿，嗯、啊，去，我答应了，把全聚德气的啊，去可以，啊，去可以，不结账，
这您也要挟不了谁，一个月不结账那才多少钱呢？那全聚德的规矩是这样的啊，工作年满60年结一次账。我这不就跟抢差不多了吗？这是啊，60年。你父亲说那我也走。嚯，真狠啊。是走了。嗯，宋诗未结身先丧。哎嗨，葱尸未结啊，走了。没有这么句话。你父亲就被人家弄到狗不理了。哦，就跳槽了。哦，嗯，这个词儿不叫跳槽，这事儿就叫跳槽。现在好多上班的孩子们都是这个公司不好，我要跳槽了。嗯、啊，我建议以后别说这个词，都这么说，这词儿不好听。怎么不好听、啊？在万恶的旧社会，有一种行业啊。那里有很多有技术的女人，您就直接说妓女就行了。说的这么肮脏，我要到物业去告你。要我来了，你成不成的我也先恶心恶心你。我看没别人去物业，就你净去物业了。嗯，但只能这么说啊，就是在那个单位里边啊，那些个女技术员们，嗯，别提这女技术员了，你这个她原来一直服务张先生。哦、后来跟李客人又去睡觉了啊，这个过程叫跳槽。哦，这是专职的这么一词儿、啊、是吗？啊、哦、一直啊，哎，张先生来就跟张先生休息啊，后来来个于影帝到这儿来消费、啊、就转身跟于影帝去休息啊，起来吧啊，这女的怎么那么累 啊, 啊这个过程叫跳槽 啊, 啊，所以说好多小姑娘，我不干了，我要跳槽，可别说这话呀，哎、不好听。那这牙碜，不好听。你父亲就跳槽了？没，不是，让人挖墙角了，就这么说吧。啊，嗯、就到了狗不理，哦、到狗不理先学习剥蒜，这是不是太糟践人才了？这个。费这么大劲给挖过来，结果到这儿改剥蒜了。现在有人剥葱，剥蒜的领域没有人开发、啊、这还有什么领域啊？这剥蒜吃包子不就蒜哪行啊？就算这拍好多人剥蒜包子，哎呀，坑坑洼洼都破了，卖相不好看，不好看。你父亲剥的细致、啊、哦，喝着蒜又白又胖，不破口，因为这得用心啊，这都挺好，也破了，也破了，怎么办？他吃了，嗯，别浪费，啊、嗯哦、不浪，又破一个，嘿，还有没有别人的份儿了？这个，一晃干了20年，又包了20年蒜。你父亲提出来辞职，干嘛辞职啊？胃受不了。哎，对，没包几个好的。嗯，狗不理说辞职也行，不结账。还有60年不结账。狗不理的规矩是这样的啊，活够130岁结一次账。好家伙，他把蒜钱算上了、嗯、啊。嗯，你父亲那也不干了。啊啊，嗯，打这儿起一出来一身的能耐，这有什么能耐呀、啊？你看，长的短的全行、啊。什么叫长的短的？长的是葱，短的是蒜，就会这两样能。包葱包蒜的同时，看着这两家的厨师炒菜、啊，学了一身烹饪的本领。哦，他学了手艺了。对了，嗯，找了一个很大的工厂，嗯，到食堂给人炒菜，那也就是炒炒大锅菜。700多人的工厂，都喜欢。吃你父亲炒的菜，还是有手艺。但是那句老话说的对呀、啊，什么话？不遭人忌是庸才。哟，怎么了？你父亲由于太出色啊，被人忌恨，嗯、啊，惊动了公安机关。一厨子能闹出这么大事儿来？你看，都是普通人，你比我强，你这就是死罪。谁嫉妒他？嗨呀，因为他太优秀了。啊、怎么回事？过去一句老话嘛，啊，厨子不偷。五谷不收，哦，那是老话了。就说以前那个厨师啊，愿意从单位的东西往家顺东西。哎，对对对对对，啊、有人盯着你爸爸呢。哦，这个人太优秀了。嗯，拿个本拿个笔，天天的。是，啊，也记。记完之后找物业汇报。对，又物业。说这意思吧 啊、嗯，你爸爸有时也是，你看，炒着炒菜了，嗯，来块冰糖。就这叫偷啊？这不叫偷啊！来瓣蒜，这不就顺手吗？葱，这嘴里没味儿。来块姜，折折味儿啊。盐面太淡了，这是。胡椒，
这也拿。海米，这倒是好点。馒头，不值钱。饼，面食。花卷儿，不是主食不值钱。包子、饺子、汤圆，加点馅儿能多少钱？笼屉，啊，碗、筷子、勺，哦，炒勺、蒸锅，嗯，冰箱、冰柜，嚯、哦，桌椅板凳，嗯。电灯、电话、电扇，哎呦，空调，嗯，房顶子啊，窗户、门、地砖，哎呦，女服务员，嚯、哦，好家伙，没有他不要的呀，感觉，嗯，就这点事情啊，判了10年，好，不多，啊，要我判就枪毙他了，嗯，多可怜，可什么怜？一个人才。哪有人才啊，在监狱里待10年啊，包葱还包20年呢。但是啊，你父亲说了我要好好改造，这就对了，积极配合，哎，要早日出狱。对，经过他的努力和几次立功，怎么样啊，终于提前半天释放。要是我就坐满了他，你这我饶他那面呢，是不是？回家了啊，10年牢狱生活，行，回家，到家之后很开心，怎么又开心了呢？这10年监狱不白做呀，落下什么了？嘿，10年监狱到家一瞧，啊，儿子6岁，老天爷呀，对得起我呀！等会儿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不是有拔地印子那盖儿没有？没有，啊，好家伙，账算错了，怎么回事？牢狱之灾10年，儿子怎么会6岁呀？生日大呀，啊，没有太大了呢，生日大能大多少啊？不重要，到他那儿都不重要。老头自个儿也说不重要，是吗？我现在最重要的是我要好好活着，这个也对，对不对？嗯嗯，12岁进全聚德，嗯，包葱20年，包蒜20年，是监狱10年，好，是差半天10年，就算10年吧，可不是就得算10年吗？差这半天你还算那么细致干嘛？接下来啊，要好好的活着，可以对得起自己啊。早晨6点钟准时起床，哦，早睡早起，起了，哎呀，醒了，醒了，没有马上坐起来，醒了还不起来吗？哎呦，愣起来对心脑血管不好。呵，真养生，我要好好活着啊。6点一睁眼，马上把眼闭好了。哦，嘴里还得念叨着，念叨什么？一只羊，哎。两只羊又�10点了，这是再睁眼10点半，那就不叫6点钟准起啊，养生吗？啊，起来之后起床先喝一点猪奶，我听着都新鲜，滋润一下啊。没有，怎么了？人家都喝牛奶喝羊奶，哪有喝猪奶的？原来是喝牛奶，啊，那就多好，喝牛奶受伤了。喝牛奶受什么伤啊？喝着喝着那个牛坐下了，趴在牛肚子底下喝奶去了。这一喝猪奶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怎么呢？往那一躺，软软乎乎的啊，跟那小哥几个躺一块儿。小哥几个从哪儿拎的小哥几个？喝完了站起来啊，活动活动，嗯，开始锻炼。怎么锻炼啊？哎，找个门踢一脚啊，转身就跑。这叫什么锻炼？你说跑步就跑步，踢门干嘛？仪式感很强嘛。啊，这叫仪式感。但是有要求。有什么要求？这个门必须里边住的是个寡妇。我爸爸踹寡妇门去了，反正，他倒不刨觉悟坟。那是晚上的工作啊，还分早晚呢。就这一通跑啊，跑一身汗，嗯，然后到河边去游泳。干嘛上河边游泳去？他原来也在那个游泳馆那儿游。哎，游泳馆多好啊！后来遭到歧视，哟，游泳馆不让去了。怎么？凭什么不让去？因为你父亲淘气。这怎么淘气了？在游泳馆那儿啊，撒尿。您这大惊小怪了，少见多怪。哦，都跟池子里撒尿。你父亲跟他们有区别。怎么区别？你父亲是站在岸边尿。嚯，好家伙，拿游泳馆当厕所了。你说尿谁一脸谁不骂街？哎呀，就别站那么高了，对吧？啊，他说站得高尿得远。尿那么远干嘛呀？所以后来人家游泳馆不让他去了。那是别去了。他愿意上河边。怎
怎么呢？因为河边还有很多那个跳广场舞的老太太了。那跟他们有什么关系？都坐着，都坐着啊！看我脱衣裳，快！嘿，好，人叫老太太一脸，从上到下，嗯，脱个一丝不挂。哦，为了让你们看看我后背的纹身。呵，还有纹身？呵，你爸爸有纹身啊，打脖子到脚后跟啊，纹了一整条带鱼，多难看呢，纹这玩意儿。所以必须要一丝不挂。穿着点呢？哎呀，带鱼穿裤衩不好看。哎，对，那就别穿了。哎，嗯，红跳水里了啊，游啊游啊游啊，呵，活灵活现，游得好，每天都得让人拿网捞上来。哎呀，光看带鱼不看人，咱们这才回家。回家干嘛？回家要先吃饭。哦，到了午饭时间。哎，中午一般来说喝点鸡汤。哎，这好啊。哎，自己上菜市场买了个女鸡。啊，女鸡？对对对，女鸡。不对，什么还对？那叫母鸡。怎么还有广东人啊？哪儿广东人？母鸡啊。母鸡，两码事儿。啊，喝碗鸡汤，打电话叫一个披萨。哦，我还吃个洋餐。大爷，您这披萨来了。哦，切八块还是12块？怎么切呀？切八块。为什么呀？12块吃不了。哦，傻小子那个。吃完了，啊，睡一会儿午觉。哦，午休。起来大约是2点钟。嚯，哦！2点钟起来活动活动，嗯，要去健身房了。嚯，哦，还上健身房？2点钟要去拉皮条。哦，你先等一会儿啊。好的。我爸爸2点钟就拉皮条啊？是的，啊，我觉得早点了。嗯，应该是晚上8、9点钟以后。不像话啊！不费事，不像话，您说错了。嘎啦啦啦啦！哎，那叫拉背气。我哪懂这个啊？老头一进健身房，没有不认识的，他熟了，都起来，呦呦，嚯，于大爷来了啊！哎，是，看您穿衣裳都不适应，嗯，叫这，净看游泳了是吗？大家好，大家好，啊，哎呦，大胖子你来了，都熟，用功啊，嘿，老赵，哎，最近练得不错啊，是是是，哎呦，你值得表扬，怎么呢？你看你这胸肌多发达呀，是真的吗？大爷，我是个女的，呵，哎呀，熟不熟就跟人搭了话，你爸爸很开心，这是开心了，哎，跟这儿待到4点多钟，哦，回家吃晚饭，这就吃晚饭，但是晚饭不吃碳水化合物。那就是主食没有了，粮食不吃，对，吃一点粗粮，粗粮倒是有好处。先拿出一块红薯来，嗯，啊，吃点白薯。哎，这个东西也叫红薯，也叫白薯，也叫地瓜，也叫山芋，对，每个地方称呼不一样。嗯，弄一块这个，吃这个，不能蒸，不能烤，不能煮。哟，那都不能这么吃啊？因为这样烟火气太大。哦，那怎么吃啊？他们家有一个爆米花的炉子。他要干嘛呀？现在很少见，过去有那个，嗯，啊，拉着风箱咕噜咕噜，啊，一摇，哎，哎，就一踩，啊，咚一下，哎，他拿这个爆红薯吃，怎么爆啊？这个玩意儿，先把红薯切碎，啊，切得粉粉碎，啊，搁这炉子里边，啊，摇，哎呀，墙上、脸上、身上，嗯。老头看着照着镜子很满意啊，很满意。谁要说我便秘就打死他。哎，对，不便秘您都掉粪坑里了，这玩意儿，嗯，太开心了，行啊，太开心了。那个把榴莲给我拿出来，要吃点榴莲。哎呀，不要冰箱里的榴莲，冰箱里好储存呢，对胃口不好。那您要怎么吃啊？用微波炉给我打一下。微波炉打上榴莲吃啊？他们说微波炉打的榴莲是栗子味儿的。哦，哎，我这么一尝啊，栗子味儿的，屎味儿的，哎，这是吃味儿的，刚才那是看样的，哎，真的好好。哎，哎，开心啊，别抹了就。倩儿啊，把煮鸡蛋的盆给我端上来，可算吃点正经东西了。他要吃煮鸡蛋，赶紧吃吧。童子尿煮鸡蛋，童子尿煮鸡蛋。浙江有个地名叫东阳，是啊，东阳那儿童子尿煮鸡蛋，人家有这个。吃完之后说夏天呢不中暑，哦，但是太小众了。是北京城吃这个了，就是他父亲一个人，就只有他认。每次煮200个鸡蛋，哎呦，200个鸡蛋好找啊。啊，童子尿哪有啊？
这周边也没有小孩儿，哪有这么多孩子呀？嗯，后来他父亲想开了啊，得了，怎么呢？谁年轻的时候不是童子啊？就这讲想通了，把我的老哥哥们都请来吧。嚯、哦，还得老哥哥，20多个老头坐着轮椅的，抬着担架都来了。好家伙，弄一大桶尿尿尿尿尿尿吧尿吧、啊，哎，尿了5天，尿了半桶。5天才尿半桶啊？前列腺都有问题。你们先治病去好不好？哎，然后过滤，干嘛还过滤？有半桶石头。哎呀，剩下这个，嗯，搁在锅里边煮鸡蛋，真煮。一说端上来，于谦端上来啊，这一大盆连汤带鸡蛋，是热气腾腾，热骚热骚的。呵，谦儿端上来，嗯，这呛嗓子，辣眼啊，嗯，真是孝子啊，嗯，给他爸爸包鸡蛋，哎，包一个吃一个。这味儿窜，老头开心呐！啊，这手鸡蛋，这手榴莲，一脸红薯。好家伙，连屎带尿一块儿了。嗯啊啊啊啊！谦儿，怎么着？别光给我包啊！我干嘛？你来俩鸡蛋吃。我呀，把谦儿吓坏了啊！哎啊，鸡蛋我可吃不了。对喽，我喝点汤吧。去、啊。下面请您欣赏打灯谜，表演者张九南、高九成。谢谢，谢谢，哎，喊一什么呀？这是太吓人了！现在 啊，现在我们这德云社，哎哎，好哎，喊什么的都有。现在这德云社的男粉丝都想给观众生孩子啊，女观众都想，女观众都想当我们的爸爸哈、啊嗯，性别都混乱了。嗯，看我一上来退潮一般的去尿尿去了啊。听半天了，人也该上个厕所了。证明什么呀？啊，这泡尿看不着我，尿不出来呀。那你可是个好演员，去吧。啊，这个大哥年纪轻轻的，这、嗯、状态这么不行吗？你看他女朋友都不好意思了哈、啊，捂着脸啊，快去吧，大哥、嗯，回来那就是别人的女朋友了哈、啊。不至于的、嗯，这么一会儿就跑了。还有没有去上厕所的？嗯，都去呀。去呀、啊，你们都去尿去，这个厕所就发洪水了啊。是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啊！刚才是我的恩师，嗯，还有我的大爷，是大爷，于谦于老师，嗯，二位呢，在台上给您说了30-40分钟了啊！大哥，快点的，你坐在正中间，非得往那边走尿尿去啊！俩大哥一块去是尿尿去吗？不是尿尿是干嘛去呀？是不是偷摸出去抽烟了？哦，也可以。你看你们这些，你看你们笑的那个。就不单纯、你往那领人家了。看那大哥一看就是俩人抽烟去拉着手走的啊，那是递烟呢，给我们师傅还有大爷一个休息的时间。对，哎，一会儿呢二位继续上来给各位奉献更精彩的节目。哎，我们呢上来也是给各位一个上厕所的时间，也让您再歇会儿。对了，让各位呢、嗯、轻松一下。是，一会儿回来呢继续听我师父的演出。嗯，今天来呀都是为看我们先生来的。冲他们，哎，大伙儿都熟悉，都知道我们师父叫做郭德纲，郭老师。我们呢都是我们先生的徒弟，哎，郭门弟子。包括头一场的两个演员尚九锡和九华，嗯，我们两个都是拜在郭德纲老师的门下。对，我师父收徒弟啊很多啊，哎，但是分八科，有8个字儿。对了，为什么要分8个字儿啊？嗯，区分进门的早晚年头。这8个字儿列位应该都听过啊，嗯，云鹤九霄。哎啊，你说准了，是 S 还是 C？ 云鹤九霄，龙腾四海。对，对吧？云字科有很多知名的演员。嗯，啊，比方说这个云字科呢，唱得好的演员特别多。那比如说都谁呀？张云雷呀、
岳云鹏啊，李云杰呀，孔云龙啊，陶云胜啊，都认识，栾云平啊，烧没有，哎，烧是烧谁呀、啊？是我们师哥叫朱云峰，烧饼师哥。哎，艺名叫烧饼、嗯。那他的没有啊？比较爱说，哎，不爱唱，不怎么爱唱。嗯，这是云子的师哥。对，还有就是贺子克的师哥也不少。哎，张鹤伦呐、啊，孟鹤堂啊，大伙儿都熟悉。对，云子克的比较知名的两位，岳云鹏还有张云雷，啊、对吧？哎，我比较佩服这二位师哥。佩服他们什么呀？相声说的都好。是长得也一个好一个一般吧、嗯、就不能一块说出来吗？一长得一般的呢就是岳哥。岳哥倒是稍微胖一点儿。哎，不光是身体胖，嗯，脸也胖啊。都说他脸大吗？这跟那个磨盘成精了一样、嗯、磨盘呐，师傅给起外号叫大屁股脸。你这什么外号啊？你们记住，我们这外号啊都是师傅给起的。都有啊。对，你像岳哥这外号叫屁股脸，嗯，我们可不敢这么叫。为什么？我们是师弟呀、啊、嗯，进门比人家晚。是，我们得进门比岳哥晚了六七年左右。得，你敢这么叫吗、嗯、叫你师哥屁股脸屁股脸，岳哥拿这脸就坐死你、哎、还是屁股呀。啊，拿手就打死你。对对吧？但是跟他同一时期进门的，嗯，张云雷呀、啊、一会儿上来的栾云平啊、哦、刚才说的烧饼啊，他们之间都会这么闹。哦，开玩笑吗？嗯，大屁股脸，你那脸跟屁股一样，就直接就这么叫。你那脸顶我们仨加一块儿，大屁股脸、哎、天天这么叫。嗯，天天这么叫。有一天啊，真给岳云鹏叫急了，有人也生气了。那可不，哭着就跑出去了。他给说哭了。他心想啊，嗯，你们不是老这么叫我吗？嗯，今天我找一个地方，我好好的，我照一照我这张脸。这为什么呀？我要是照着我这脸，我自己都觉得它像个屁股啊。以后你们再叫我就答应，我就认了，因为它确实就像个屁股。哦，可是我找一个地方照一照，嗯，我要觉得这脸它不像个屁股，怎么样？你们再叫，嗯，我就跟你们三个拼命。嚯，这是侮辱我呀！这是真急了呀！找地方照吧。嗯，你肯定得找镜子呀。那马路上有镜子呀？大马路上哪有镜子呀？嗯，巧了哦，路边啊有这么一口井。井，岳云鹏啊想扒这个井边，透过井水反光照一照自己这脸。啊，就看看多大呗。扒呗。嗯，扒这井沿儿。往里探头，巧了啊！那天井里啊没有井水，那有什么呀？一个工人在修这个井，哦，不是水井，正在这修着呢。啊！岳云鹏一探头，工人一抬头，四目相对，这工人说话了：“说什么呀？小子，你要是敢往下边拉粑粑，我就打死你！”嗨，真拿这脸当屁股了，大脸。大脸呀、啊！行了行了，云子克的师哥啊，还有贺子克的师哥吗？他们，比方说我们德云社啊，一共演出有很多演出队，也有八九个队呢。哎，分有九个演出队。嗯，我们哥俩是德云六队的，对，还有德云其余队。嗯，其余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青年队，这么九个队。哎，我们是德云六队的，嗯，每个队都有一个固定的队长。对，这没有老换的。哎，一会儿上来的栾云平呢是一队的队长。是我们六队的队长啊，叫做张鹤伦。哎，他是贺子科的，大伙儿应该都知道他啊。嗯，张鹤伦呢也是一个贺子科非常优秀的师哥。哦，哎，三进三出德云社。哦，比较坎坷。哎，一直的啊就是非得要进德云社。嗯，各位你琢磨，跟他同一时期那个时候那岁数都不小了。嗯，人家都上班去了，他呢就不，非得进入德云社，执着。为什么呀？也是因为家里条件好。哦，家里条件好啊。是啊，家里他父亲母亲不愁他养。嗯，非得进德云社。你们不知道啊，张鹤伦的父亲是从事什么职业？干嘛的？养殖业。养什么的呀？养动物。什么动物？鹰。就飞的那个。对了，大鹰啊，大鹰。哦，这个鹰这种动物啊最讲究血统。我得纯正。他爸爸养的这只鹰，嗯，当年这个鹰的父亲啊，嗯，驮过杨过，还有小龙女。哎，
好嘛，那就是雕啊。嗯，原来老在沙滩上飞。哦，干嘛在沙滩上啊？我可没说，这是你们自己说的啊，我什么都没说啊。上海的观众果然脑子反应就是快啊。不要说了，他的父亲养了鹰，小时候啊，张鹤伦那时候一块儿我们上学的时候，16、17岁啊，那也就上初中。看着他家有钱了，我们都走着上学。嗯，张鹤伦呢坐着鹰上学。嚯，这鹰还能驮得动他，大鹰啊。嗯，他那年才16、17，也不像现在这么胖啊，瘦，对吧？嗯，小时候我们走路，嗯，听见天空上一嗓子啊，这怎么回事？张鹤伦坐着鹰出去了。哦，非常潇洒。你琢磨家里又有钱啊，天天又有自己的坐骑，有鹰，自己的飞行器，嗯，很快就交女朋友了。16、17，那是初二的事儿，那不就早恋吗？初二交女朋友，学校不同意，嗯，老师得管着，都不让，家长也批评，可不吗？三方都不同意，嗯，怎么办啊？张鹤伦跟那个女同学，两个人呢，私底下找时间约会，啊，偷着呗。比方说这女孩，父亲母亲出门上班了，啊，张鹤伦去人家里头去，跟人女孩聊两句。哎，那天就是，女孩说了，说这伦啊，我爸妈出去上班去了，家里没人，你来吧。哦，张鹤伦去了，进屋聊天吧。刚聊两句，这女孩问了一句，说什么？哎，你说一会儿我爸要突然回来，你怎么出去啊？哦，咱家就一个门，别堵屋了，那不撞一满怀吗？嗯，那不得打死你啊，是不是？张鹤伦什么样啊？啊，张鹤伦说话那样你都见过吧？别怕，他是那样。这有什么的？哎呦，怎么茬儿啊？能行吗？对不对？看，就别紧张啊，心态。心态有什么关系？撞着也得打你啊。心态，他打不死我。我每次离死都差那么一，这都是轮哥粉丝吧？这都是看见过的。别怕，往窗户外边看。窗外头。顺着张鹤伦的手势一看啊，嗯，女孩往窗户外头一看，一只鹰盘旋在窗户外头。哦，就是他那鹰。哎。哦。张鹤伦说：“看见了吗？嗯。一会儿你爸一来，他一开窗户，我就跳出去，鹰带着我就回家了。”哦，聊天吧，把窗帘都拉上，对不对？把灯都关了，点一个小灯，有那种浪漫的感觉。聊天至于这样吗？聊了半个小时，嗯，忽然就听见敲门声。谁呀？谁说的来了，老弟？那讨厌着的啊！听见敲门声。谁敲门呢？张鹤伦二话没说，噌打开窗户就跳出去了。哟，这是他爸爸回来了。女孩连拦都来不及呀、啊！哎呦，一看张鹤伦出去了，嗯，行了，女孩开门去吧，也没事儿。站起来把衣服都穿上。哎哎，这是聊天来吗？穿外套啊！你开个门还穿什么外套？穿外套啊！门一打开啊，门口不是女孩她爸，那是那只鹰站在门口了。鹰。鹰还说话了啊！你跟张鹤伦说一声、嗯，外边下雨了，我在楼道等他。好嘛！这不得摔碎了我？哎，后来所以给伦哥摔的那个眼球震颤，明白了吗？啊，一直颤抖啊。这是贺子科的诗歌啊。然后就是接下来我们这些九字的，我们这一批，哎，上来呢应该做一个自我介绍。都应该说说呀，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对，虽然说知道这一万多人啊，嗯，都是为看我们师傅来的啊，但我们呢也需要让大伙儿对我们有一个印象，得让您了解一下。哎，先介绍我啊，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嗯、我姓张，弓长张简体的九，南方的南，我叫张九南，谢谢各位的掌声。哎呀，哎，你猜这屋有多少人？我感觉就两三百人，这是一万人的剧场，你听听你这掌声、嗯、说话现在能达到2000人了、嗯、说话就讨厌，
怎么？这是掌声去稀稀拉拉的，尤其是头一排的观众能看出来，我一上来他们的精神状态就变成萎靡不振了。怎么至于呢？头一场上九溪他们演的时候也是这种状态，都是这谁呀、啊？这随便听吧，赶紧的，怎么郭德纲还不上来呀、啊？烦死人了！我1800多，我看他俩来了，绿了吧唧的，跟俩芥末成精了似的。好家伙，赶紧下去！都是芥末，半天的还听不清呢。有什么可听郭德纲？我们为看谦儿大爷来的，还不谁这样来的？他蛮磨磨唧唧的。一会儿侯震包幕，接下来请您欣赏《大爱传奇》，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师傅，行了行了，这是看手机呢吗？啊，真好，谦儿大爷。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打灯谜》，表演者张家的。谁呀、啊？这是俩不想听明白了都，俩紫茄子成精了似的又上来了，好，全是蔬菜，讨厌劲儿的，捧哏的长那么跟个猪似的，这逗哏的还会说人话吗？啊，我什么叫跟个猪似的？对不起，逗哏是个猪，捧哏的是个猪，哎呀，这就是报应吧，对吧？你看我们上来的状态就不一样了哦，尤其是你看啊，白衣服这大哥吧，不是大哥吧啊，是大哥。白衣服这大哥，稍微胖点。大哥一看这身体状态就好，壮啊！不光是壮，他阳气盛啊！一看就是，因为其他人都穿着长袖，这大哥半截袖，火气壮啊！大哥今年贵庚了？能问问吗？73了啊！太不像了！您就是传说中的东邪黄药师。一身的功夫。真不赖，大哥，您是自己来的吗？还是跟蓉儿一起来的啊？带着闺女啊。您跟谁来的？能问问您吗？您谁？朋友。跟朋友。旁边那大哥是您朋友是吗？旁边哪有人呢？啊，这个啊，这姑娘啊，二位是，哦，啊，等于大哥是。你别瞎啊！我不好意思，等于大哥是跟您媳妇一起来的。没有。不是，他说的那是我老婆吗？大哥是对，人家说这那跟那个大哥没关系。明白了，三个人一起过。他大城市啊，果然是国际化大都市啊。有没有兴趣加小弟一份呢？咱们四个人，干嘛你给伺候局去啊？哎呀，这挺好的啊。等于您二位是，我能问您二位是夫妻还是情侣吗？夫妻。夫妻，啊、看着夫妻呀、啊，有没有小情侣一起来的？我问问。哎呦，啊，那我看见了，不少呢，一对情侣。哎呀，那姑娘长得那个好看，哎，真是啊！你看这是怎么来着？美女配英雄啊！哦，姑娘那么漂亮，你看那大哥长得，哎呀，你怎么晕车了你？没有，这是新刷的漆啊，味儿太大了。哪有味儿啊？真是挺帅的，大哥也挺帅的，情侣是不是？第一次哦。新开就是新交往的小情侣哈，然后是第一次来德云社听相声吗？也是第一次，头一回。大哥挺贼呀、啊，大哥，怎么见得？你看俩人刚认识，刚确立男女关系，就来听德云社的相声，大哥真贼呀、啊，大哥，这多开心啊！这是大哥，这是高手啊，这是高手啊，这是，你琢磨这大哥这是有计划的呀？听相声有什么计划啊？德云社一贯的规矩就是给的多。啊，结束的晚，多演会儿嘛。嗯，大伙儿都是衣食父母，花这么多钱来捧我们。对，每次都演的挺晚的。嗯，这11000人的剧场啊，好嘛。对，到最后也就能开俩仨口往外出观众吧。嗯，而且你在他坐的前排，哦、你坐的前排出去的他可慢。对，对吧？对，口都在后头啊。嗯、哦，对吧？慢慢往外涌。比方说10点半结束啊，他出去11点了。找到自己的车11点半了，哦，这个体育场他得收停车费吧？对，慢慢的他开到门口12点了，这一个半小时就没了。12点了呀，他得问人姑娘一句吧？哦，宝贝儿，这么晚了，你还回去吗？然后呢？姑娘给个机会吧。嗯，这么晚了，回家吵着爸妈了，你说咱去哪儿啊？哦，我这儿有个卡。什么卡呀？那咱不往下说了，
这是大哥的目的啊。嗯，姑娘你看，姑娘都害怕了啊，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啊。姑娘你别怕，今天你认识张九南了啊。张九南知道吗？张九南这是你的保护天使，送你一份礼物。什么礼物？张九南送你一份女子防身术。大哥你放心，我也送你一份礼物，这是一会儿我教你破解女子防身术。这回俩人就有正当理由一块走了。哎呀，开个玩笑啊。嗯，既然是新来的小情侣，刚才呢都是给你开一个小玩笑。嗯，真的送您二位一个东西吧。哦，送点首歌送给二位。动手歌啊？点首庄心妍演唱的。什么呀？走着走着就散了。哎，你要再这么说话，一会儿你走着走着就没了。开个玩笑嘛，这姑娘们长得都好看极了。漂亮、啊、那边我看坐着三个姑娘，哎呀，四个姑娘、啊、这四个姑娘这一个塞着一个好看呀、啊、哦，咱从左边说啊，嗯，这四个姑娘头一个样品。等会儿。怎么了？什么叫样品？能摆在柜台展示的那种、哦、样品。好看样品哦。二一个嗯精品，更好了。三一个嗯绝品。嘿，四一个啊贡品。贡这就不能看了。开个玩笑啊、嗯、介绍完我了，没有什么掌声，大伙儿都不熟悉，对不对？到现在了逗您各位发笑十多分钟了，还没有点掌声。行了，不用了不用了，不要停停，不要停停，不要停，不用停，不用停，不用停，行了，不用停，不用停啊，谁停谁破解女子防身术去啊。他这掌声要起来没完了。介绍完我就是如此尴尬、哦、啊，介绍完我的名字了，这几个尿尿的回来了。好的，行了，我是不想听，尿完了坐那儿别拍了，一会儿再溅着脸上。好家伙，手上有什么呀就溅脸上。洗手液。没冲下去。介绍完我了挺尴尬、嗯、接下来呢介绍点大伙习惯的，什么大伙熟知的，大伙喜欢的，大伙想要了解的，这个掌声就会热闹起来、哦、是吗？随着我的手势、哎、我们一起介绍这个体育馆。这是有5000万年历史的体育馆，当初这是北京猿人一砖一瓦垒起来的。行了，各位往那边看啊、哎、你别说话，什么玩意儿扒拉我，对不起啊，突然出现灵异的事，什么玩意儿，我中将了，不好意思啊，各位，哎，可以，什么玩意儿，我半身不遂了，不好意思啊，不知道什么东西，各位可以跟各位这么、哎、什么玩意儿扒拉我，各位跟啊，什么呀，啊啊，你给我站着站着，你看不见我呀？看见了，看见了，还什么玩意儿扒拉你？我扒拉你呢，我让你停下。扒拉我干什么？停，不许说了。不行，不想停，因为我一碎嘴子。你碎嘴子也不行。刚才你说给大伙介绍大伙喜欢、大伙熟悉、想知道的，你介绍什么呢？体育馆。这体育馆用你介绍，还5000万年历史啊？你写得出来这5000万吗？你说就说点大伙想知道的，大伙想知道我。哼，你说我想知道你什么呀？最起码知道一下名字呀。可不要说你的名字了。怎么不能说啊？名字有什么可介绍的呀，对吧？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这都老话，所以你得说说呀。一个名字无所谓，你叫什么不吃饭呀？再说了，谁没有名字？这跟吃不吃饭没关系。你头排这仨大哥，这多帅，长得谁没名字？嗯，淑芬、凤燕，对不对？这是大哥的名字吗？多好看！那俩姑娘叫狗剩跟钢柱，好嘛，对对，都叫您了，多好听这名字，非得介绍你名字干什么？不是，我不是说跟人家比名字呢，比性别。性别也不用比呀、啊，跟这大哥比发际线是这意思吧？比什么发际线啊？那你比什么呀？没有比。我说的就是你得说一下我的名字。不想说你的名字，你自己不能说吗？怎么就不能说我名字呀、啊？你别急行不行？这就是你的责任义务，你就得说。我又不是你爹，为什么非得说你名字呀？你不是我爹，你是逗哏的，责任义务你得说。你说我名字了吗？没有。那我凭什么说你名字呀？你自己不能说吗？半天了，嘚嘚嘚嘚，自己说自己说呀？怎么了？名字里有封印吗？什么嘴这是？非得别人，自己不能说，自己怎么自己一说自己的名字自己就死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一个个的，别叫叫叫叫叫叫，哎呀呀呀呀呀，你说我说
看我，有意思吗？为什么拦着不许我说明白呀？干嘛就不让大伙知道我呀？说呗，你急什么？告诉你不得了吗？说，你要不说，你踏实你就说，别说。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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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玩意儿怎么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呢？我说，我得介绍。那你说，他啊，是他，说是他，就是他，他是。别说话了啊！啊，行行，坐最最顶上的别说话了，买那么便宜的票还有意思说话？大哥，你这再便宜也比你值钱。大哥，咱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观众朋友们，咱不能瞪着眼睛说瞎话吧？说什么瞎话？哪吒，哪吒，大哥，你见过哪吒吗？大哥，哎，你要不带着你，你要看不清，你看看那大屏幕，你见过哪吒？怎么哪吒跑发了？怎么哪吒拿化肥吹起来的？我这不是胖，改浮肿了啊！这是哪吒跟个米其林似的，这个谁米其林呢？啊，这是哪吒。怎么了？咱退一万步说吧，咱即便说他真是哪吒啊，咱就说他就算他是哪吒，嗯，来，什么？来，你猜猜我是谁？说，哎，甭说，我还真猜着了。谁？人渣。是不是？不是，还不是。人渣是我的性格，不是我的名字，是吧？说我的名字，甭说那废话。就不想说。你要不说就我说。不能，主要是我说，我说。你说，来，我叫。不要说，不要说了。哎，今儿你要不说出一二三来，我就歇死你这儿。啊！你不能让你这么多人给我撑撑腰呢。我不是你不能为什么不让我说名字？这是有原因的。有什么原因？你说今天都是为看师傅来的。对，刚才说了，师傅一出场掌声雷动，是咱们一出场上来，哎，都这样。别咱们对吧，主要是你的。刚才介绍完我的名字，嗯，已经很尴尬了。我听出来了，非得抽风介绍我的名字，说我的名字，说我的名字。一会儿真能介绍完你的名字，灯啪灭了，那大电视咔掉下来了，那两边观众咔都尿尿去了，那个台子咔塌了，话筒啪憋了，后台演员咔都死了 啊！师傅没事儿，怎么办？这马屁拍的啊！说完你的名字，如此的惨绝人寰。怎么办？不至于像你说那么惨，丝毫没有回应，怎么办？啊！你说那些都不可能的事儿，你说说我的名字，你试试。非得说行，这是你自己做的，你来了，一切后果自负，我自己担着。来来啊，让我们一起来迎接今天晚上最尴尬的时刻。哦，他叫高九成。哎呦呵。那个摄像机凭什么跟着他转？我站这儿了。你看你那都没有。你甭忘了，你起来。是你干嘛你？是你是摄像的吗？哎哎。你穿去！哎呀，气死我了！啊，气死你！看看这就人缘儿，一万一千零一个人加一块撅我呀！哎呀，确实大伙喜欢的，确实大伙喜欢的，大伙比较爱的。人都说可爱嘛，可爱！你穿着这个紫衣服 啊，跟个小猪佩奇一样，你看看。哎呀，真的很可爱。你这不演成色儿吗？对吧？非常优秀。在我们德云社后台来说啊，啊，真的各位，刚才呢都是开个小玩笑，真正说在后台啊，这个人啊，这是有一号的相声演员。怎么叫有一号？在后台啊，各位有熟知的啊，嗯，我们德云社有德云四少，德云四少四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谁？孔云龙、栾云平、陶云胜、岳云鹏。啊，这是哥四个。还有德云四胖。
四胖，孙越、刘哲、杨鹤通、李云杰。哎，没我。还有德云四傻。哦、都谁呀、啊？高九成啊，程以四。没听说过。我这一人占四个名额呀、啊。哎呀，这脑子就是不行。胡说八道，什么叫德云四傻呀、啊？小时候上学的，我们这上学的时候就能看出来，这脑子不太灵活。谁脑子不灵活？对，不知道啊。上学的时候，我们这分两排，我们逗哏的坐一排，这捧哏的坐一排。那时候就分出来了。你看我们逗哏的这一列啊，岳云鹏啊，张云雷啊，孔云龙啊，张九南，像我们这些坐着，你看的就精神。一个个。这不坐一帮什么呀？这是都这种感觉啊！你再看捧哏的那一列啊！哦，我们这边全跟弱智似的。师傅呢，就问我们问题。啊，上课提问。哎，我们师傅就上台问问题。嗯，同学们，今天呢问你们一个问题。哦，你们长大之后呢，都有什么样的理想，什么样的抱负，说一说吧。有没有要主动回答问题的愿望？你看逗哏这一列啊，我师傅是我师傅我来回答，师傅我来回答。看捧哏那边，你甭提我们，你站好了，站好了。怎么了？不好。师傅说行，岳云鹏，你先回答问题。嗯，岳云鹏站起来，师傅，我没有什么太过伟大的理想哦，就是好好学相声，将相声发扬光大。好孩子，好孩子，坐那儿啊！下一个，来下一个啊！孔云龙说：“你的师傅，嗯，我也没有什么更伟大的理想，好好说相声，让相声发扬光大。”好孩子，好孩子，哦，哎，张九南站起来，师傅，嘿，他这跟刚从山底下刨出来那似的。我没有师哥们那么伟大的能力，嗯，也没有那么崇高的理想。哦，我唯一的理想是什么？就是好好跟随师傅，能伺候师傅一辈子。好孩子，好孩子，好孩子啊，嗯、好孩子，来坐下啊。嗯、哦，捧哏的有没有回答问题的？该我们了。我不想让你学这个了。为什么？为什么呀？不好看。没有，为师就点了。你不举手啊？啊，我主动点了。点吧，孙越，站起来。这是站起头猪来呀？搂什么呢？这是肉。哇、哦，都要掉地下了。郭老师，我没有什么太大的理想，我的理想就是吃。他胖吗？废。喜欢吃？坐下。狼和眼。师傅，我要跟孙越一起吃、哎、这能吃到一个槽子里的垃圾。高九成，不要让为师失望。我什么样？站起来啊，师傅，看我多精神。我跟他们不一样哦，我的理想是什么？是要当一个宇航员。那我学什么相声啊？我要探索宇宙。好孩子，好孩子、哦，你要探索哪个宇宙？嗯、要登上哪个行星？师傅，嗯，我要登上太阳。对，对，登上太阳，太阳温度那么高，烫死你怎么办？嗯、师傅，咱们晚上去呀、啊。那晚上有太阳吗？哎。行了，甭拍了，今儿这拖拉机拍的稀碎。哎呀，脑子就是弱智啊，弱智。接下来我给你讲个小笑话吧。哎、行了，讲一个我们师哥的笑话。行，你不要把你身上的事儿往我这身上安。往你身上。刚才那都不是我的事儿，你胡说八道。脑子就是不行、哎。谁脑子不行啊？承认了吧。您各位别听他胡说啊，他这都瞎编的。哼，这么着，你当着各位来，你现场，现场你考考我。怎么您呢？现场考考我，最后这几个字大声点，敢再说一遍吗？
考考我。等着啊，我去拿签子还有炭。对，你回来。怎么烤啊？烤串啊？烤串没听说过。拉低不拉低？出题啊，出题测试，测测您的智商。对，这是你自己说的。你来啊，当着10000多人丢人了，可不怪我。不可能的事儿。那我出一道题。你出那题我还答不上来吗？那我出一道题。来啊，你要不加思索，嗯，你得特别快的回答出这个问题，才证明你脑子好。考我反应。对了，你不能想，你要一想，证明反应慢。咱这反应就是快呀。有这个把握？有。听好这道题。来说，这个世界上有比一大的数吗？有。好，行吗？这反应可以啊。你看看你那个药别停啊。那个药别停。我还吃着药呢。我可以继续这种反应吗？来，随便出。开始啊。来，这个世界上有比10大的数吗？有。有比100大的吗？有。有比1000大的吗？有。有比10000大的吗？有。有比你傻的吗？没有。有。我这夹着小心还掉坑里了。10000多人的拖拉机不好开呀。反应慢啊，反应慢。没这能耐，你这是小弱智。小弱智。我刚才我没注意、哎、那怎么着？没注意。你注点意呢？我注意。你再来一个。换一道题吧。来一个生活常识。生活行啊。行吧。行。啊，高举您的左右手。高举左右手啊。高举您的左右手。你没有手是怎么着啊？你琢磨什么？你甭来这套。怎么了？我明白。明白什么？你这就是题。你让我投降，不投降不认输。没得投降，甭来这套。不是这意思啊，这个手啊跟接下来这道题目有关系。用这出题。对了，高举你的左右手、哦、面向观众啊，看清楚啊。哎，先问啊。对，再问一个。哪个是左手？你想什么呀？左右手你想什么呀？你废话，我得琢磨琢磨。你要给我挖什么坑？左手这很左啊！你问哪个？哪手？哪左手？确定问的是左手啊？对呀，就这个是左手。右手呢？这是右手。哎，左手。对，右手。嗯，左手，右手。对，上厕所。嗯，哪只手？啊？谁说两只手擦呢？就是、两只手，两只手擦。对，确定两只手。确定两只手。记住了、嗯、我们都用纸。你告诉我这答案也不行啊。哎，这题这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说的。那怎么着？他说的不算。不算，这不算。那我来一绝的啊，我来一个不一样的。行啊，不一般的题。你来，稍微有点难度的哦。听这个，来说这个，您见过牛吗？牛牛，啊、见过，牛，一头牛，啊，有几个脑袋？一个，几个犄角？两个，几条腿？四条，多少毛？不知道，一身毛啊？没有具体数吗？对呀、啊，一身毛啊，对不对？接着来，一身毛，题没问完，接着来啊。哦。一个牛有几个脑袋？一个。几个犄角？两个。几条腿？四条。多少毛？一身毛。为什么？不知道。喂草啊。哎，吃喂那喂。一个牛有几个脑袋？还有啊。一个牛有几个脑袋？一个。几个犄角？两个。几条腿？四条。多少毛？一身毛。为什么？喂草。这个牛怎么叫？怎么叫？牛怎么叫？对，是哞吗？对了对了，水牛怎么叫？哎，水牛怎么叫？就叫哞。奶牛怎么叫？哞。黄牛怎么叫？哞。不对，大哥，要票吗？哪个黄牛？你来个压枪底的，听好了。压枪底啊，听好了。说这头像那头，那头像这头，两头像当件，当件像两头，这什么玩意儿？能猜出来吗？没有这东西。告诉你什么呀？一个秃子举两个灯泡，秃子举俩灯泡。哎，这题猜不上来吧？
哎，就这样的题你还有吗？还敢猜吗？你敢出我就敢猜，你敢猜我就敢出。出说这头像那头，那头像这头，两头像当件，当件像两头。一个秃子举俩灯泡，不对，一个小猪佩奇举两个吹风机。嘿，就这题还有吗？还敢猜吗？敢出我就敢猜，敢猜就敢出。出说这头像那头，那头像这头，两头像当件，当件像两头。一秃子举俩灯泡，一小猪佩奇举俩吹风机，全不对。那是你爸爸举俩王八。去你的吧！下面请您欣赏《艺术的技术》，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刚才是我徒弟，哎，小哥俩张九南、高九成，一对搭档，让他们俩人休息一会儿。嗯，换上我和于老师来了。啊，我们再表演一段，站在这儿看着观众们特别的感慨，怎么呢？啊，嗯，楼上楼下三层，是大伙儿来捧我们，啊，热情，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嗯，在中国相声界比郭德纲强了，比德云社强了，有的是。是。我上物业告你们去。谢谢谢谢谢。嗯，会有的会有的啊，会有的会有会的，一定会的。你们不要给我得罪人了啊。嗯，挺开心啊。嗯，我们都是打小说相声，是也是实在是俩废物啊。怎么讲啊？干不了别的呀，也没学过别的呀，就指着说相声养家糊口了。嗯，承蒙您各位不弃。对，也看得出来大伙儿是真爱相声，喜欢听。那你看刚才我们俩一上场的时候，嗯，这观众楼上楼下大伙儿坐底下搭茬喊什么的都有。是，我就特别高兴。是吗？这就是相声的艺术特点。什么特点呢？哎，你看我们这儿是允许搭下茬啊。哦，允许互动啊。对对，这叫互动。你看刚才张九南说相声上下一块聊天啊，其乐无穷，高兴，也就是说相声可以啊。您要是看个芭蕾舞啊、交响乐啊，啊，我不建议您坐底下搭茬，也没有搭茬的，会让保安给您弄出去，捆在树上泼上凉水打。好家伙，打完了送物业。嗯，老有物业的事儿。听相声是可以搭茬的。嗯啊，我们有时候站台上看，嗯，就是为什么观众会搭茬呢？这还有原因吗？这是对咱们的爱。哦，这倒是。为什么好多小女孩愿意坐底下喊呢？啊，平时很矜持啊。哦，一到听相声，她现了原形了啊。是啊，跟那呼喊夜叫，为什么呢？嗯，太开心了，坐这兴奋啊。之前视频上、音频上，净听你们、看你们了。哟，突然间来了，活的是这样的呀，哈哈，高兴。对，哎呀，人家都喊说现场可以喊一声退票，我是不是也能喊一声啊？哎呦，就坐地，你看看，你看，你们也是想瞎了心了，这钱早花了啊，这是个乐趣。对啊，当然女孩是这么想的。哦，男孩不一样。男孩有两种。哦，还分两种，一种是有女朋友的，一种是没有女朋友的。这都能分出来。哎，没有女朋友呢，就现场跟着显呗，喊。哦，哎，这段相声他听过，哦，耳熟，这个包袱他知道，是听过，他就坚持不住了。哦，按耐不住内心的这个沸腾啊，一跃，很希望在演员之前把他喊出来，啊，先你一步，啊，其他的观众，嗯，可以理解，啊，开心呗，是吧？是，就你像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你再不让她搭个下茬啊，不人道啊。这还牵扯人道了，也没个对象，人家叫唤两声叫唤吧啊。哦，那有女朋友的呢？有女朋友她其实很专一。很什么专一啊？很专一。她搭下茬跟那喊的目的就是给她女朋友一个人看。哦，哎，台上说点什么她跟这一搭下茬，嗯，要是周围有几个观众能附和一下，那她能飞起来咬人。是啊，就让我女朋友，你看我 啊，我能搭上，他们还能，你我走，咱开房去吧。啊，什么呀？哪儿啊？什么搭一下茬就开房去了？我都看透你了，真的。是啊。嗯，所以有的时候，逢这样的小伙子呢，啊，我还愿意帮助他。
您帮得上吗？瞧，你看小伙子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哦，那个姑娘长得又好看，收拾的挺好。嗯，俩人坐了一块金童玉女，小瓷娃娃一样，好看。哎，我就故意的往她嘴里给她递一句话。哦，哎，让她成功，然后兄弟加油啊！啊，帮她一下，愿意帮。啊、嗯，有的时候也不行，什么时候不行？一看这个男的长得就是刚放出来。哎呀，这女的一看就是马上就抓起来。哦。哦，俩人还舔着脸搭下茬，嗯，我给你一句我就弄死你们俩。哎，这本来就聚少离多，您还怼人家，你知道吗？物业见。这么多物业的事儿，哎，说相声是一个多开心的事情。是我们特别感恩这一点。嗯，因为什么呢？相声既是我们的兴趣，又是我们的工作。哎，这是兼，这是祖师爷恩典我们。是，你以为种地的农民伯伯就这么爱种地吗？那不能够。纺织女工就喜欢纺织。嗯，他的业余爱好就是纺织。嗯，没有工作在家也弄一纺车跟着纺。啊，累了啊。那不多见，应该有，不多见。嗯，如果说兴趣和工作是一回事，老天爷对咱们的眷顾真是，咱们得好好干。嗯，而且你看了吗？就这三层，嗯，上海这屋里边，嗯，一万多人，一万二三，我看得有，是，还未必打得住，嗯啊，最难干的，就是这种演出，这种商业性演出，哎呀，商演是最难的，怎么？要认真，要好好说，嗯，要有真能耐，对，要尊重观众，这都是必须的。你要说卖票、嗯、送票，它就两种不一样的方法。卖票跟送票，你看今儿要送票、嗯，咱们就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了。这演员没有这么大压力。我举个例子啊，您说说。比如说于老师，啊，于老师是另一个单位的演员，不是德云社的吧？哎，假如啊，啊，于老师不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是。您是八宝山曲艺团的演员。八宝山曲艺团，哎，我们这团成立完了给谁演去呀？我们。你们的客户都一人一个小冰箱啊！我是故意那么说的，干嘛故意这么说呀？因为你也不知谁坐底下拿个本儿等着记录呢，啊，对不对？他记录完了，哎，到物业一报告去。怎么老上物业去？哎，你随便说吧，你真说有这么一单位，回来咱们也活不了，知道吧？哦，哎，你就说，哎，物业，那这就免除后患。啊，要上物业，他到那儿报告物业，郭德纲又讽刺八宝山曲艺团了。嗯，物业也得告诉他。滚蛋！哎，对，没有，没有这么个曲艺团，人家知道，咱们就省好多事，省了咱明儿又道歉啊啊！好，以绝后患啊啊！行行行，就这么着。于老师是八宝山曲艺团的头牌，我已经认了这八宝山了，我就别头牌了，行吗？啊，不是，我这一会儿跳槽了怎么办？我这啊，不是。哦，你们那客人有影帝啊？没听说。不是，什么叫头牌呀、啊？就是你是你们这个团里边啊最漂亮的，还是头牌吗？那不是，不是，是客人最你还怎么意思啊？你是你那儿的领衔演员，哎，领衔主演，八宝山曲艺团领衔主演，行，这个团成立的年头很多了，哦，这是乾隆年间就有的，老八宝山曲艺团了。是啊，哎，专门从事老北京相声曲艺的继承发展。哎，我们这任务很重啊，全世界顶级的老北京曲艺团体。哦，这个巅峰状态，哎，就是你们了啊。哦，你们坐了一块儿也得开会。啊，我们也开会。哎，团领导也得开会啊。啊，哎，团长就得说了。啊，你看这个最近那个德云社他们演出呢。他们又演得很好，那么这个八宝山，那么老北京，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我们这是老北京的文艺团体吗？这个，啊？对对 对, 对，乾隆年间就这味儿啊？对 对, 对，就为了区别一下，区别一下啊。这打定性过来的啊。那么这些个老北京的演员，啊，总不着演出都没人看呢，是吧？是啊，昨天咱们派出演员去，让观众们都给打回来了，是吧？打回来了。所以咱们为了继承老北京文化，一定要出去演出去。哦，就是为了出去演出去。哎，于是你们全团就奔河北省保定地区就下去了。
这是回家了。哎，穿过保定还一直往那边走，就快到了原始森林那边上了。哇、哦、那儿有原始森林吗？找一山沟啊，这山沟啊没有什么专业团体演出过。哦，这到那儿就方便好演了，新鲜呀、啊哎、看着、嗯、俺们是老北京八宝山曲艺团的，自我介绍，俺们来演出来了，嗯，让你们见识一下老北京的文化。当地人说什么呀？山沟里边老乡们都傻了，没见过。我的天哪！啊，来了老北京曲艺团的了，真棒嘿！嘿嘿，你这玩意儿，哎呀，这比北京味儿比我们还正呢，这感觉。啊，我们这个就是没出去过山沟，啊，上一次出去还是明朝嘉靖年间。嚯、哦，真好！哎呀、啊，欢迎你们弘扬老北京的曲艺。行，拿我们当外地人了。哎、奶奶这个团呢，是打这个乾隆年间都有了，就别跟人介绍了啊。比就是要演出啊，啊，就是演出，就是要演出啊。老乡们不答应，怎么不答应啊？因为马上就要麦收了，哦，农忙季节、哎，看你们演出会耽误收麦子，耽误活不成。团长带着全体演员就跪下了呗，啊，就跪下了，就是我们这也太贱了吧，我们这、跪下不就是我们可以先帮你们收麦子。先收麦子，我们还帮着人干活，主要先收麦子。哦，收完麦子之后，请允许我们演出，然后每一个观众我们送二斤鸡蛋，帮着人干活，然后送二斤鸡蛋，每一个观众二斤鸡蛋，我们还跪着。就这样的话，啊，整个村子里边还有两家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啊？这两家是开养鸡场的，人家不缺鸡蛋，人家说、我们这儿喂狗的都不止两斤呢。啊。不要这么损呢，怎么？说你们就给秧给吧，秧给就是先看活、啊，先看看我们麦收这个状态，啊，我们先帮你们干活。哎，全体演员跟那儿拿着镰刀，咔咔咔一收麦子，哎呦，把所有的老乡吓呆了，干嘛这么吓人？这比我们专业的农民收的还快呢，我们就干这个的是怎么着？收完之后，终于可以站在那儿说相声了，哦，就干干。所以这种演出没有压力。怎么叫没有压力呀、啊？我拿你钱了吗？没有。你还拿我鸡蛋呢？对呀、啊，对不对啊？啊，所以也不用尊重观众，不用尊重观众，我还给你收麦子呢，你不得跟我客客气气的吗？啊，不用尊重观众。对了，嗯，所以这种送票，嗯，好干，那就很简单了，因为他人力可为嘛。哦，你这人力可为，卖票的这就难了。像这样、啊、哎，你记住，只要是人力可为的就简单，是吗？你比如说啊，您是一个影视演员吧？我可跳了槽了，我这个。你是一个电影演员，啊，影视界的了，嗯，八宝山电影集团的演员，我还是没跳出去。那个，你们是一个集团吧？啊，我这哎，八宝山电影集团，行，今年要评级了，哦，你是准备评一个三级演员？嗯、哦。是评电影是评演员？这个得先评了演员才能拍电影啊。那倒是，嗯，行业规则很严格。对对对对、嗯、你原来是一个四级的电影演员啊，我还不够三级呢。哎，嗯，你得一点点熬，四级、三级、二级、一级影帝。哦、哎、你现在准备先从三级干起，评三级。嗯，但是你们单位领导很为难。他没什么难，他手里攥着一个三级演员的名额，那就给了呗。是给你哦，还是给苍井空？哦，哎，哦，单位领导也想啊，嗯，这俩人谁对我有用呢？那就是苍井空对你有用啊，那是。嗯，我就差远了。嗯，所以今年评级就是苍老师三级了，苍老师啊，嗯，那么余桑，对，我就别余桑了。行了行了，余桑明年再桑，就没评着就够桑的了啊！哈、嗯，你明年才能够拍三级的东西，啊，我今年还得素一年。哎，对对对对对，嗯、对对对，嗯，哎，你看了吗？嗯，他手里攥了一三级，哦，给于谦、给苍井空、给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没有什么区别，他想给谁给谁，就看他的心气儿。哦，他给谁就是谁，是，就这个东西人力可为，这就，他就简单好办，人力难为就是这个。我们这演出商演，你看今年啊，嗯啊，这么说得说去年了，19年，我们上美国巡演去，
北美加拿大巡演，嗯，十一二月份的时候又是欧洲巡演，对啊，最后是迪拜演完了回来，嗯，你就说咱俩人再有钱，咱也不能带着三万观众跟咱一块这儿飞那儿飞吧，那倒是，对不对啊？嗯，有这三万人，咱们还上河北那儿给人收麦子去了啊？不行，哎，没有那么些鸡蛋，那是啊。为什么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嗯，我们要尊重观众啊。是我们指着您各位吃啊。这话怎么？您每一张票钱我们拿回来养家糊口啊。嗯，上有老下有小，给我父母，给孩子上学，给我媳妇儿，给他媳妇儿一份。我媳妇儿不用。我的压力。我媳妇儿不用你给。我媳妇儿不用。拿着吧。啊，别对付，谁跟你对付了？哎，没，也不是这一回了。不是，怎么就不是这一回了？你先等会儿，不用，不用，我媳妇儿我给，啊，哎，行，没事，别这有什么？说的我怪臊的，这有什么可对？我这点钱净填瞎窟窿了。废话啊，以后不给了。这废话，不够花也不给。这份我给高峰的媳妇儿。说不说呀？啊，说说说说说，说到哪儿了？啊，我这啊，我知道您说到哪儿了？就说这意思啊。所以为什么说观众是我们衣食父母？嗯，就在这儿了。是啊。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啊！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四百多相声艺人，嗯，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哎，谢谢各位了，谢谢各位。是说相声上台来都会说那句话，怎么说呀？我们是个语言的艺术。对，什么叫艺术？啊，什么叫艺术？艺是艺，术是术。这还能分着解释，艺是演员的能耐，啊，术是把能耐卖出去啊，哦，有艺无术那就是诈骗，嗯，有术无艺就是商贩，商贩，我摆个摊卖个菜卖个花那有什么意义啊？嗯，能卖了就好，是，但你要说我是个艺术，我是个演员，嗯，那不一样，啊，差着了，能卖票未必是好演员，嗯，不能卖票，肯定不是个好演员。那是你想啊，哎呀，我这个相声，我作为一个相声演员，我这么好，我那么好，我的艺术啊，从美学的角度、人文学的角度、社会学的角度，当当当当当当，说了顺嘴角冒白沫，说完之后告诉我要卖票了，一毛钱一张票，观众因为这个把剧场砸了，就那么不爱看。你说你不是骗人吗？你那么好，怎么不卖钱呢？嗯，你那么好，怎么没人听呢？嗯，所以这个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是啊，我们都是打小说相声干这个了。嗯，越来越觉得相声难，越说越难啊！站在台上，第一点吧，嗯，嘴得干净，这是基本功啊！你嘴不干净没法弄啊，得练。而且好几万观上千上万的观众，你怎么让他们到一个位置上来？哦，统一一下，其实很简单，嗯，雅俗共赏啊，这四个字儿我们平常也说呀，雅要雅的那么俗，嗯，俗要俗的那么雅。中间还是辩证的关系，单纯的雅和俗没有王法呀。怎么叫单纯的呢？你雅，你绝对雅不过昆曲啊。是，昆曲很雅呀。清朝乾隆年间在《大清律》里边写着了啊，昆曲是国粹。我《大清律》里边写啊，清朝的王法写着，嗯，昆曲是国粹。嗯，地方戏演员进北京就犯罪了。哟，问你改不改昆曲？如果改就放了你，不改捆好了，回家收麦子去。这都八宝山曲艺团的，这都是，这是真的，啊，您可以去搜一搜。嗯，当然他那个王法也一时一改。怎么叫改了呢？没多久，乾隆过生日，嗯，啊，这条法律就没有了。哦，要求全国的地方戏演员进北京给皇上唱戏贺寿。你瞧，地方戏演员进北京团结一块，打跑了昆曲，才有了京剧。嚯，哦，雅到这个状态，偌大的大清王朝做背景。国家法律支持你都没有雅下去，嗯，太雅了，雅到民国就卖不出票去了，这太雅了吗？谁跟你受那个罪？听场戏比种地还累，都不懂，违背艺术的宗旨，嗯，所以太雅不行，哦，太俗也不行，哎，怎么太俗还不行啊？于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啊啊，那谁看呢？那个，这。觉得上海的观众素质有待提高，我觉得。你还不去物业告他们家？这晚上把物业累够呛，啊！
所以说要想好就得雅俗共赏。对，怎么才能雅俗共赏呢？于老师脱了裤子唱昆曲。哎呀嗨，没听说过。来一个啊。那就更没人听昆曲了，那就相声好难呐。是好难，哪那么容易啊。嗯，当然也很正常，有人说了，你看我们也学相声，我们也如何如何，怎么就不卖钱呢？对呀、啊、一个说相声站台上叨叨叨叨叨叨，那比一个农民伯伯挣的还多。嗯，一个暴利的行业，人人干这行都挣钱，那没有王法。嗯，不可以都成功啊。是，所以说这个就都努力呗。啊，相声尚未成功，同仁仍需努力。那倒是，说相声先练嘴吧。啊，练嘴是最基础，先让大伙听得明白啊。说话不轻柔，钝刀杀人。嚯，您这句话是不是也有点过了？杀人了，刀要快，是要钝刀，要了命。那也不至于，这说话钝刀杀人。举个例子，啊，于老师要被杀头了。我也是嘴欠，我也是，我非较这劲干嘛？我又被杀头了。那就拿我做比方，这对最好啊，还得是你。哎，怎么就非得是我呢？是你，因为。把我杀了，谁给你介绍钝刀杀人呢？啊，我就死的这四个。于老师要杀头了啊！啊，挑一个好日子。哦，大年三十。行，举国欢庆。嗯。这一天，于老师还过生日。双喜临门呢，我这是。啊，今天还搬家。哦，还乔迁。嘿，新买了一个6万平米的独栋别墅。我搬到广场上住去了，我这。你媳妇儿花3毛钱买张彩票，中了现金18亿，这全是好事儿。欧元，啊，还欧元，嗯，那得多少钱呢？那不管，今天还是你儿子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日子，我们还全家团聚。这个孩子3岁就送到英国去了，让人拐走的吧？这是，3岁怎么出去的？今年23岁回来了，哦，带着未婚妻，哟，未婚妻的父亲是一个世界首富。就这事闹的，全家坐了一块吃年夜饭。哎呀，得聚聚。头一道菜先要吃鱼啊！啊，年年有鱼嘛，干炸小黄鱼。哎，我们过年吃炸小黄鱼啊。于老师拿筷子一夹，小黄鱼肚子破了啊，里边出了一块钻石，半斤沉。好家伙，这小黄鱼是让这钻石砸死的。天下的好事都集中在你身上，那就没有别人的份儿了。我上您家来了，您干嘛来了？师哥生日快乐。给我祝寿了，他给您送个礼物来了。哎呦，谢谢您！送了一份印度三宝。印度三宝是怎么个意思？进来吧。啊，门口进了一个印度女孩。哦，她送货的。18岁的大姑娘，妙龄，漂漂亮亮，美女啊，穿着印度的服装，这是风情嘛？这点一红点儿，特色。捧着包装盒，哦，进来就乐了。说什么？亲爱的于老师，祝你生日快乐呢！嚯！这八宝山曲艺团的干这个来了。哎，你们团报幕不是？这怎么这味儿啊？这印度教他说普通话那个老师是河北省保定地区的。哎呦，这姑娘也不想好了。嗯，俺们公司让我送这个礼物来了。行了行了，可以不说了。嗯，打开看看不。嗯，打开盒，一个印度小叶紫檀雕刻的木桶。哎呦，这小叶紫檀就是一宝，外边抹了一层印度咖喱，这宝有点糟践了。掀盖一瞧，满满登登一桶啊！什么呀？印度神油。这玩意儿拎桶送。于老师，你都喝了不？哎，我喝了。于老师端起来，吨吨吨吨吨吨，真喝，喝了，听话，神清气爽。哇！一回头，姑娘，你脑门点着红点，我能摸一下吗？你瞧这好奇心啊！你看看这红，哎呦，掉了啊！红点掉了，上面露出3个字，写的是特等奖。这好事还没完呢，感情印度公司促销哦，谁 K 掉这红点儿、嗯，奖品就是他的。这奖品是，就是这个印度的美女。这怎么那个意思？这一辈子这个人就是你的了，跟我过日子了。于老师太开心了，那是高兴。嫂夫人不太愿意。哦，凭什么他来就上我们家来呀、啊？哦，我赶紧劝嫂子。是是，哎呦，大过年的都喽、啊，好好劝。上什么手啊？这开心呢！啊，这会儿功夫有人敲门，谁来了？打开门一看，站着400名官兵。
这官兵干嘛来了？于老师春节快乐。您别客气，生日快乐。谢谢您，乔迁之喜，接您吉言，父子团圆。哎呀，得嘞，走吧，啊，杀头去。哎，我都把这茬忘了啊，怎么凭什么就杀头去？哎呀，走吧，到这就知道了。啊，那不成，你得给我个理由。啊，没有理由啊，就是拿你解释什么叫钝刀杀人。哎，就这四个字害了我了。走吧。嗯，把你带走了。哟，屋里边就傻了。那是这么大的事儿？你儿子咣当就坐那儿啊，他那未婚妻也不知道，俩人坐那儿，我腿都软，没经历过，啪嚓我就坐在这儿。是，你媳妇就坐在我这边。啊，印度美女坐我这边。哦，想不到的事情。嗯，你干嘛？我是不是乐出声来了？啊，你那刚才都要宣誓了。那个，我下回注意啊。好，嗯，啊，哎呀，想不到的事情啊，心里好难过。嗯，一点都没看出难过来。哎，尤其赶着这些个日子，大年三十。是啊。包饺子吧。啊，不是，你们缺心眼儿是怎么着？啊，这儿都拉出砍头去一位了，您还有心包饺子？天都塌了，谁还吃得下去饺子呀？那你们还包什么馅儿啊？就是给邻居看的。邻居看？谁家没几个缺德的邻居？哦，咱们这屋又哭哭啼啼，又不吃饭，也黑着个灯。嗯，还不够邻居看笑话呢。他们说什么呀？邻居说，哎呀，我不就杀个人吗，连饭都不吃了。咱们可不能唠这个。这哪邻居这么缺德呀？这个，荤的、素的、肉的、鱼馅的、虾馅的，各式各样饺子，嗯，包个三五十种，这就不少了。您呢？每样包一百个足可以了。好，撑死你们了啊！家里炒四十个菜，哎呦，外卖再叫五六十个菜，哎呀，红酒、啤酒、黄酒，打开了，哇，做水煮饺子，煮吧，倒上醋，嗯，包蒜，哦，炸点辣椒油，嗯，哎，那个再调一碗咖喱啊。对，那还有一印度娘们呢，你得照顾照顾。嗯，年三十啊，可不是吗？打开电视看看春晚，干嘛？看看有没有好相声？没有好相声了，我都杀头了，还哪有好相声呢？什么人呢？这都是。我们正在合家欢乐，这个万分悲痛的时候，您别把实话说出来。于老师已经送到了北京菜市口，我还在那个传统的杀人场所。嗯，杀头的风水宝地啊。那要什么风水？在这儿杀头，咔嚓一刀下去之后，嗯，脖子这儿啊，啊，不长疮，不感冒，不会得脚气。这废话，都死了，那么些病干嘛呀？来到这儿，一帮人上来给于老师八个一丝不挂。我怎么还光着呀？哎呀，命都不要了，还要脸干嘛？那我也不能先不要脸呢。你要早说就好了。好，说晚了，已经扒完了 啊， 啊，光着了，从上到下扒个一丝不挂啊，拿绳子捆好了，脖子后边插一个招子。什么叫招子呀？白颜色的纸啊，叠出一个宝剑尖来，糊在纸里边是竹竿。哦，上面写着犯人的名字。我这怎么写的？监斩人犯一名，大流氓于谦。我说我怎么光着呢？嗯，这招子往脖后边一插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让我说话。于老师大气。我说什么呀？本盲。嗯，本盲啊？什么叫本盲啊？大流氓啊。大流氓自称本盲啊？我都没听说过。本大，我别废话。本流，不像话，就别讲了。啊，本盲啊！我去你的吧！我踹上了，不是？跪好了啊！哎，怎么撅那儿了？废话，要不踹我，我就撅着了。跪！哎，啊，又撅那儿。嗯，有人管没人管？怎么了？于谦光着屁股跟这撅着。哎，嗨，你知道我这姿势干嘛？撅着啊，都忙活完了。嗯，已经到了大年初一的早上，我在这折腾了一宿。送来的时候是年三十吧？哦，晚上。哎，嗯，北京每年大年初一早上开始是有庙会的。是，北京有好几摊庙会，最热闹的是琉璃厂。那叫厂甸庙会，打清朝就有。对，北京城里得有60多万人来上这儿玩来，几乎都上那儿去，外地游客不低于40-50万，这就100来人。这100多万人，嗯，都从你身边经过。100多万人都从我身边经过。嗯嗯嗯嗯，你们卖票不卖票啊？那天通票。
还通还把我喊进去了。你看看，你算一个景点儿，我这我这叫什么景点儿啊？你这叫雅俗共赏。我这算了吧，不唱。哎呦，一百多万人打你身边过啊！啊，有的就走过去了。哦，那就好。也是进外地的打着过没看见啊。哎呀，这就庙会啊！啊，对，这就是北京庙会，还真是挺热闹的。旁边吗？怎么了？啥呀？于老师，别嚷了，你去！不，别嚷，我就喜欢听你相声。行了行了，我每天晚上睡觉都听你相声。你怎么在这儿撅着呢？嗨，别管这。于老师，我太喜欢你了。行了，我从上海来的，我这回去吧，你这。阿拉上海去。行行了，哎，快来拍个照片。别拍什么照片，我光着屁股跟这撅着，拍出来好看吗？这个，这是外地游客啊。北京城的人就都多了啊，当然也有那个闺女儿媳妇打电话接自己的妈呀，接婆婆来看来。干嘛呀？老太太们哪儿了？就慕名而来的。这哪儿有于谦啊？这个就是于谦呐，认识吗？哟，嗯，还真白啊。你管得着管不着？怎么那么贫呢？这老太太怎么没有带鱼啊？嗨，这都是我爸爸的粉丝，这都是。嗯，孩子，你多受累吧啊！行，我别客气了啊，我回去了，回去吧，我明儿再来。干嘛呀？我这还输着液呢。你死不死啊你？输着液呢，还不忘了看光屁股老头嘞、啊？你这一眨眼，嗯、啊，就到了大年初七了。我这长了七天呢，跟这儿。北京庙会是初一到初六，那还剩一天呢。内部工作人员不得看看吗？给他们还有个优惠场伺候你年下了。哦，大伙儿都看完了，嗯，准备杀头，这该干正事儿了。在那儿坐着监斩官，还有个监斩官。那当然，杀头得有一官啊。哦，披着红斗篷。干嘛红色？哎，这是为了辟邪。哦，刽子手过来了。嗯，启禀大人，是时辰已到。哎呦，监斩官这才回头说什么呀？撒呀，撒小啊，整死他呀！嗯，切个稀碎呀！什么呀？能死？别给谁省着！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哪儿来东北大人呢？跟你刽子手回来，把刀举起来。嗯，这口鬼头刀。嗯，肩宽背厚刃飞薄，杀人不见血光毫。紫薇薇，蓝娃娃，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嚯、哦，哆了哆嗦，颤颤巍巍，走你呀！他、嗯，就这一下，是不是吓一跳？没砍呐。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嗨，谁跟你逗了？是不是好好玩？行，没有人跟你玩。哎呦，尿了！废话，嗨，我跟你逗着玩，我不知道你不识逗啊。那吓的，给我这尿了。怎么？哎呀，要调试干嘛？蹲步，蹲步。你给我，我擦。你给我，就别那么乱。抬腿，我不那条腿。别嚷了，你一会儿砍头了，你折腾我干嘛？呀，砍呗。哟，蹲步。这你干什么吃的？你们手起刀落，咔嚓啊，人头落地。还是的，这脑袋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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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惨呢！突然间停住了，干嘛呀？等红绿灯。哎，我要这么规矩，至于砍头吗？我绿灯了啊，人头过去了。哦，扭过脸来，还要夸这个刽子手。我说什么？好快的刀啊！嘿呀，太贱了！杀人的刀要快。哦，这要是钝刀，您受罪了。我这罪也没少受，我这个、啊，这回给您换一把钝刀。还说一遍、啊、哎呀，前面的咱不提了，没有意思。哪边前面？就是那个我坐这儿，你媳妇坐这儿啊。那不用你们吃饭就别扑了，这碰杯都归你了，都归你了。哎呀，你要早这么懂事何至于死你。哎呀，就问这来的，就是我们怎么合家幸福，后来生了八个孩子，你就不用管了。嚯，还有后续呢？您这那是我的事，累死你都不管、啊、就说不管。行行，就是你已经在这儿砍头，砍头已经撤展了啊！我这真展览来了。大年初七啊啊！启禀大人，时辰一到，这监斩官，监斩官一回头啊，撒呀，整啊，削啊，切稀碎，弄死他呀！好，这孙子还没下班呢。嗯，刽子手把刀举起来了。嗯，这口刀，好家伙，是个钝刀啊！是打唐朝流传下来的。哎呦，一次都没有磨过呀，老刀了。哎呀，因为磨一回得花一毛钱啊！打唐朝到现在，没有人舍得花一毛钱。这抠劲儿！哎呀！现在这个刀刃比刀背厚一寸半，这翻过来使合适了。要是拿刀背杀你是你的造化，那么这回呢？今天用刀刃杀你，受了罪了。刀刃上都是绷的锯齿啊，还有齿举起来走你啊！汤，怎么样？一下就扎在脖子上了。
扎上了，上不来下不去，那怎么办呢？只能横着推。哦，这不是锯吗？连着锯三天，您猜怎么着？怎么着呢？您是饿死的。去你的！下面请您欣赏《鼠来宝》，表演者高峰、栾云平。谢谢大家。哎，很难得呀，来到这么大的剧场演出。对，非常高兴。各位亲爱的朋友啊，都喜欢听相声。嗯，您爱听谁呢？爱听郭德纲，郭老师专场。爱听于谦。嗯，大家呢对我们呢可能也比较了解，是吧？也比较喜欢。哦，为什么呢？我们帮着这一站，他们都走了，你看看是吧？哎，有活动的。活动呢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上卫生间方便方便。是，您六点就在这坐着，嗯，现在都很晚了，需要放松放松啊，到卫生间里头啊，方便方便呢，或者吸一支香烟。是，郭德纲说两段也挺辛苦的，也累，也要歇一会儿。嗯，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是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俩事儿搁一块儿说了。开玩笑，对，大家呢赶紧去啊，赶紧回来。是，一会儿呢，郭先生还有更加精彩的节目。嗯，我们在舞台上呢，这个时间呢，就让郭先生歇一会儿。哎，他累了。他确实相声说得好。嗯，您各位了解郭德纲啊？您不如我了解。哎，你们熟啊？我跟他是发小。发小。发小，您明白这句话吗？您解释解释。就是从很小就认识。哦。我们俩从小一块玩，从小一块长起来的。您听着关系。郭德纲人姓刺，大家都知道。哎，但是嗯。怎么刺了？说话不算话。许给你什么了？你看，说好了我们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你说这个子有点矮。矮没关系啊，往台上一站呢，有人缘。对，受到大家的欢迎。嗯嗯，这上海啊，每年演出基本我们都来。是，但是大家还是这么喜欢相声。哎，相声迷，喜欢郭德纲。嗯，这特别高兴。多好，郭德纲不光相声说得好，还怎么着？在后台来说，也是一个相声教育家。哦，老师啊，教了很多好徒弟。对，刚才他们提了叫云鹤九霄，嗯，后边还有龙腾四海啊，都是郭德纲的弟子。对啊，郭德纲呢正式在册的目前有80多个徒弟，反正是不少。前两天又收几个吗？嗯，对不对？云字的他也是郭德纲徒弟。哎，那是我老师，对吧？他是郭德纲的爱徒。爱徒，爱徒什么意思呢？他是郭德纲他爱人的徒弟，是吧？嗯，合着我跟我师娘学的呀？那怎么了啊？你师娘也教过你啊？对，朋友们，您不了解，我们相声行有这句话，嗯，特别讨厌这句话，是说你呀跟师娘学的。哎，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人相声说的不好。嗯，因为他师娘啊不是演员。哦，他师娘很可能是黄牛，或者开摩的的，反正跟相声没关系。是，但是说他们不然。嗯，他们师娘也是演员。对，虽然不说相声啊，唱京韵大鼓，鼓曲，北方的艺术形式。是，过去咱们上海也有。嗯，是吧？他师娘水平高到什么程度？您说，14岁办专场，才14岁。你想，14岁，那还是个小伙子呢，是吧？等人家往台上一站，唱3段，别说了，不喘。别说了。嗯，我师娘14岁是小伙子呀。啊，你就甭管了。这个14岁的小伙子，什么叫甭管呢？怎么了？您说这话有毛病。就是说的台上那个气质，哦，潇洒那个意思，嗯，跟小伙子似的。哎，那时候留个短发嘛，是，都管他叫假小子。哎，有这么个外号。现在您说想买张票听他师娘现场演唱。对不起，您听不到了哦，没有时间唱了。哎，自从嫁给于谦以后呢，就是吧，一门心思，哎，就都扑在谦哥身上。别说了，嗯，我师娘嫁于谦了，多新鲜！你不于谦徒弟吗？你才于谦徒弟呢！骂街啊，这不礼貌啊，这个，这叫骂街。多新鲜，我不是。咱刚才说了啊，郭老徒弟，你啊，啊，郭麒麟，啊，范思哲的徒弟。啊，范思哲，范思，
你没辈儿了，我可不没辈儿了吗？你郭老师是谁啊？郭德纲先生，那是我师父。对啊，我没否认呢。嗯，我没说你不是郭德纲徒弟啊。嗯，你是郭德纲的徒弟，你也是于谦的徒弟。我怎么又于谦徒弟了？你看你忘了。您解释。我们说相声拜师收徒叫举行叫拜师仪式。对，他就举行了。有他这个仪式我参加了。是吧？他拜郭德纲啊，不是他跟郭德纲俩人对拜就完了，不是。入洞房来了，很复杂的嘞。嗯呵，还有三个老师也得出席，仨人。我们相声行啊，叫尹师、宝师和江和戴师，戴师，一个说清楚了啊，简称就叫尹宝戴。对，这三位呢，拜完师以后，这徒弟们也得管人喊师傅。是，其中就包括于谦先生。有，你看你算啊，嗯，尹宝戴这仨师傅，加上郭德纲，你是四个师傅，一个师娘，是吧？你说他就没有时间唱了，对吧？你不不不啊！你可说清楚了啊！哪点不清楚？四个师傅还有四个师娘啊！我说教过你的，嗯，就这么几个老师吧。对，这么些老师教你一个人，你才能把相声说的这么次啊！面对着各位亲爱的，行行行啊，这么次？谁次？你不是你说我次？你可不次，哎，刺激，落一个激，你的相声很刺激。不是，这也不是什么好词儿啊。这是尚九锡说的，他说你的相声很刺激。不不不，那你可能啊听岔了，误会了。他就是他说的，他说我这个声音很刺激。不不，有磁力。哦，就这么说，我这声音呀 啊是磁性。哦，你看看这玩意儿还真是来到上海长学问。对，您是磁性。我不是磁，我是雄性。你这人，你那出尔反尔。你刚站这说的，我是磁性，你就你自己说的。声音，声音是磁性。哦，哦，你这意思我明。你本人是雄性，对，声音是磁性，太对了。您是二椅子，你是娘炮，娘炮干嘛？你雄性，声音磁性，那不二椅子吗？他就不是一个字。反正你的相声不错，嗯，我爱听，嗯，现在听相声很方便，对，不用打开电脑都不用，太麻烦。手机上有个软件叫珠穆朗玛，你把那个点开以后，嗯，你让你搜啊，什么郭论呐、啊，行行行，什么签到，您都走丢了，丢了干嘛？我听你相声，这叫喜马拉雅，就那红的那标，对，写着一看，听听。是吗？反正我在那上，我经常听你的相声，是吧？说的确实不错。哦哦，他的相声值得反复收听，反复听。一般人的相声听一遍就完了，嗯，到他这儿听一遍不行，是吧？马上听第二遍，嘿，第二遍听完，当时听第三遍，回味。第三遍听完，听第四遍，干嘛听那么多遍？听不明白啊，我都搁这说乱了。听到十遍以后，明白了，就不听了，放弃了，是吧？哪儿不明白？他的相声确实不错，是吗？有品位，有回味，不庸俗，不低俗。哎，我追求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回味无穷。呵，回味无穷什么意思？就是您当时听他，可能感觉没什么意思。嗯，别着急，哎，等过两天呢，您就忘了，是吧？那回味哪儿去了？就这种境界呀，他不给观众添麻烦。哎，再吧，你给我添麻烦了。嗯，不像话了。说得好。嗯，德云社的台柱子。我还台柱子。主要演员。哦，您不知道，每天都在后边台柱子，是吧？从北京台的上海，上海台的武汉。他们图我有劲儿，是吧？不说您是台柱子吗？您说舞台上的顶梁柱。主要演员。我可不敢当。这人哪儿都好啊，也有一个缺点。毛病。哎，缺点是什么呢？您指出来。他这个脑子呀，不是说他脑子慢啊，啊，脑子特别笨。知道吗？这还不如那慢呢，跟那高九成的意思还不是一公劲儿、嗯。反正他脑子，他跟一般人的构造可能也不一样。他这里边啊没有大脑，哎，只有一点脑干。我这么大脑袋没大脑？对呀、啊，你一晃悠，他逛了逛那儿呢。那这不是省水了？有水吧？可能。你脑袋进水了呢？不是，咱不说那，反正你脑子笨一点、嗯、笨一点。承认不承认？不承认。跟高九成你们老咬一块玩吗？我看你们俩。不，高九成那最次的。是吗？你是呢？倒、哎、二。对，我到哪儿都倒二。对，你反正你脑子也不行，脑子差远了。啊、嗯嗯。承认不承认？不承认，我说几遍、啊。我出个题考考你。好嘞。当着各位朋友啊，跟他那不一样啊，嗯，两回事啊。我出一个题目在这测试测试你的反应是快还是慢。嘿，咱来回新鲜的。什么叫新鲜？叫逆向思维，答非所问。不懂。比如说问你，你姓什么呀？
栾，你看这就不行，这就错了，错了，这叫有问有答啊。什么叫答非所问？我问你这个问题，你回答的时候跟我这个问话没有关系才算你对，没有关系。哎，不懂。比如问你，你吃饭了吗？我说没吃。错了。我说不吃，那也不行。不饿，不对，一会儿吃。不对，先放冰箱里，这都不行。嗯，我问你吃饭了吗？你说不吃，不饿，一会儿再吃，搁冰箱里，都跟吃饭这话题有联系。嗯，有联系就算错，没联系才算对。是啊，对，我还是不太明白了。比如说，我问你，你吃饭了吗？我应该怎么答呢？你说我有痔疮。这两句话表面上有联系吗？没联系。哎，没联系就算对了。嗯，这样的问题敢回答吗？我敢。没问题哈，说白了就是胡说八道。哎，离得越远越算您对。好，我也不用多问。哎，就问五个问题。五问，五个问题当中你就得挨上。行啊，一挨上就算错啊。我告诉您，挨不上。劳驾，亲爱的上海朋友，您做一个裁判员。嗯，您给听一听。哎，如果说他挨上了，算他错了，您给他鼓鼓掌。好，说明他脑子慢。嗯，他没挨上，证明脑子快。呵，五个问题咱开始了啊。来呀，离得越远越好啊。您放心吧。你叫什么名字？我有痔疮。今儿礼拜几啊？侯震是我妈。你在这剧场演过吗？我有脚气。几句了？三句了。嗯，挨上了。啊、不是，太好了，这脑子确实，你这证明了啊，他跟高举成不是一公劲儿。等等等啊，哪儿挨上了？这结束挨上了。什么时候就挨上了？我问你几句了？我说三句了。这不是挨上了吗？哦，这也算一句啊？当然算，一共几句？因为我五个到了吗？到五个了吗？没到，还是的。这是第四个问题啊。是，我问你几句了？你说我爸爸跳江了，这不挺好吗？几句了？三句。哎，你是挺好，我爸不行啊。行不行？你脑子快啊！再来，我刚没留神。留神呢？留神错不了了。留神你也得错。嗯，还是五个问题啊。嗯，你还得错。好嘞，数好了啊。哎，你叫什么名字？我有痔疮。今儿礼拜几啊？侯震是我妈。你来过这儿吗？灯泡还真亮。几句了 ？Thank you very much。哎呀，又错了吧？没有啊。哎，错了。不，脑子不行，你这玩意儿，啊，这也是题吗？这当然了，又错了吧？这第五题啊，最后一哆嗦了，你看你又挨上了。哦，又错了吧，也是个问题。问号又错了吧，问号啊。不不不，对不对啊？您要打算考考我脑子，嗯，来个智力测验，来个急转弯，这个那你猜不着。谁说的呀？你准猜不着。刚才张九南说的都是我教的。你教那个都不行，我说你就猜不着。哎，听着，我说这最好了。嗯、好嘞，注意听着啊。嗯，你对小动物感兴趣吗？没问题啊。小动物，咱来动物题。那我们亲密的朋友啊。注意听着，说猫头猫脸儿，猫鼻子猫眼儿，比小猫大不多，比大猫小不点儿，猜一种生物。猜，猫头鹰，拿分了吧？不对，不对，不对！你再想想，猫头猫脸儿，猫鼻子猫眼儿，比小猫大不多，比大猫小不点儿，关键是后两句，你猜这个。夜猫子，那不就是猫头鹰吗？那我不知道。猜不着了，猜不着了。告诉你，嗯，猫头猫脸，猫鼻子猫眼，比小猫大不多，比大猫小不点儿，这是半大猫。你一边凉快凉快去吧，你。我怎么凉快凉快？这像话吗？怎么不像话呀？我都告诉你了，比小猫大不多，比大猫小不点儿，那不就是半大猫吗？那可不半大猫吗？这不叫个题，这不行，这个。你没猜着啊？你这题也太快了，你这是吗？不，不行，不行。我再给你说一个。说点有文化的，哎，对，有点知识性的，你猜一猜啊？啊，听着啊，说一个字谜啊，字谜，听着啊，说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三个不出头，不是不出头，都是不出头，你猜猜这个，真够乱的，他这个一个汉字，我猜不着吧？猜不着了啊！告诉你，这什么字？大森林的森字，那能解释吗？你看能解释啊？那个几个不出头？森字怎么写？三个木头的木，哎。三个木字念森，对，你看那木字写出来啊，它是一个不出头，哦，这就叫一个不出头，那么两个不出头，两个也是这不字往上出头，三个不出头，三个这还一个不字往上出头，不是不出头，您听清楚，不是说它不出头，什么都是不出头，都是这不字往上出头，哼。这叫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三个不出头，不是不出头，都是不出头。
哎，行了，有学问，行了，有点学问。就您这个啊，我说一个简单的，你都猜不着啊？不可能。你听着，字谜吗？字谜啊！你说我就能猜着。我说这可快，我有学问。听着，来，一竖一边一点儿，你猜这不？知道了。这是什么字？大小的小。大小小。哎，一竖一边一点小。不对，嗯，不对。什么字？我跟您说啊，我这那个罗卜的卜。卜。对，算卦占卜的卜。对。那怎么一竖一边一点呢？说多明白啊！啊，这不是一竖，嗯，一边一点哦，一竖一边一点，对，这边呢，那不两边了吗？你咱以为一竖一边一点就是每一边有一点，哦，您这一竖就一边一点，对，补，嗯，我说一你也猜不着，你说，听我这个啊、嗯，一竖一边一点，跟你这一样，猜，罗补补，不对，大小小，不对，那什么字啊？上下的下，这叫怎么解释？你看，一竖一边一点。还是他鬼是吧？你不行，你猜不着这。哎呀，学问，这叫学问，这叫学问，字谜嘛。嗯，字谜。嗯，我再给你比划一字，来，比划一字啊，往这一站就是一字啊。好嘞，俩胳膊一伸，这是一什么字？这我知道。什么字？这那八九十那十，有点文化。数目字上面加一横，注意啊啊，上面加一横。哎，这是什么字？这是那干什么的干？不对啊，不对，那是什么字？于谦的于。于谦的于底下还有个勾呢，我这翘着脚呢，那我哪看得见呀、啊？你没猜着啊？不能翘脚啊！不翘脚，你猜上面加一横，猜这干什么的干？不对，那什么字？和平的平，和平平还有俩点儿呢。我这有俩耳朵，这个也成啊？那这俩大点儿你没看见吗？这是点儿啊！哎，那我比划一个，你猜猜。你来比划，我来猜。哎，啊，哎，这个。一汉字，这是什么字？中国的中，不对，您这是？这是那申请的申，申请的申，中间有一横，我这里边有一皮带，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我来，你猜猜，爱马仕？你甭爱马仕，你看我这是什么字？你这是那毛巾的巾？不对，什么字？吊车的吊，吊车吊上面有一口呢，我这张着嘴呢。嗯，这我看不了这么细致啊。行啊，你有点学问。嘿，我再写一个字，你猜一猜。写一字，注意看着啊。嗯，看有笔锋啊。好嘞，这一顿笔。哦，这么一拉，往回一带，这念什么？哎呦，这字可够难的。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别瞎猜啊。一，有点学问。大学毕业，你别教授吧。呵，好，我野兽。这字念一，把它立起来，念什么？这是那个阿拉伯的一，不，您连外语都懂，这叫外语吗？这一不动，后边加一圈念什么？十，再来一圈呢？一百了。再来一圈呢？一千。再来俩圈呢？十万。好，这些圈不动，把这一呀、啊，还横过来，从这几个圈里穿过去，念什么？这我不知道。糖葫芦。这是个字吗，先生？胖塞子。这是个字吗？怎么不是字啊？这象形字。不行，还唐三藏啊！你说一个，我猜的。我说一个啊。对。哎，咱说一个小动物题啊。动物又是动物题。哎，咱说一动物题啊。啊，咱换着猜。哎，我这题可能稍微难了一点。不怕，您注意听。您来吧。说有一个鱼缸。哦，鱼缸。鱼缸里边有俩动物。哦，哪俩动物？一个金鱼啊，一个王八。哦，这么两个生灵。这个鱼缸里边搁上水。嗯。把这鱼缸子就搁在冰箱里边。可不是冷冻，那是冷藏哦。24个小时，一天一宿。打开冰箱门，嗯，把鱼缸取出来，广上这王八没鱼了，你猜这怎么回事？哦，这是一个问题。对啊，有点意思。6个大学教授答不上这题。哦，有个鱼缸里边有个王八，有条鱼。对，搁冰箱里头了，嗯、转天再拿出来，光剩王八，鱼没了。哎，高就高在这儿了。其实好理解，嗯，这鱼让那王八给吃了。嗯。他这王八他吃啊，他吃鱼啊，不，他吃了他不就没了吗？不，王八他没吃，那就是鱼蹦出来了，在冰箱里。不，冰箱里边也没有鱼。那我知道了，怎么回事？两套。怎么叫两套？他冰箱里边啊，提前有一套不带鱼的，他把这带鱼的搁进去了，转天把那个拿出来了，你看鱼没了没有？里边还一套。不对，全不对，就一套。猜不着，猜不着啊，猜不着，猜不着，我可告诉你了、啊。你公布公布。哎呀，学着点。嗯，这有一鱼缸，鱼缸，鱼缸里边搁着水。哎，俩动物，
一条鱼啊，一个王八，就这么俩。把这鱼缸放在冰箱里边，嗯，不是冷冻，搁冷藏，嗯，24小时，打开冰箱门，把鱼缸取出来，光剩这王八没鱼了。这鱼哪儿去了呢？这王八也纳闷呢，鱼哪儿去了？我看哪位还鼓掌呢？不，你这不拿人开心吗？这是我拿你开心呢，你太可气了。哦，对不对，王八纳闷儿，我不像话，你这都不像话。嗯，我给你说一个，这题怎么样？不，这题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我给你来一个，来动作，哎，你猜啊。好嘞，猜啊。哟，猜吧。这是猜什么？你看多简单呢，就这么一下，猜一个国家的名字。这是什么？巴拉圭。我踹你，你信不信？我不信，我怎么纳闷呢？我怎么？你这什么玩意儿？您都是我这题目，这谁都会。我说一你猜，这题不怎么样。我说一你猜，换个好的。哎，来蹲下，来站，猜药材，猜药材，猜不着。枸杞。走。你说他净这个，你净这个，你还扒拉龟的，你还你这什么玩意儿？你我。干脆这么办吧，啊，我认认真真，我跟你说一个我独有的，咱好好说，说一个好的题目，我跟您学。这题目你记下来呀，嗯，你也给你儿子说去。好嘞，啊，听这个啊，你去说呀，嗯，咱别这找便宜行不行？哪找便宜了？什么叫我也给我儿子说去？我这是跟我爸爸学的呀。哦，合着我跟我爸爸学的，我没想教给你，咱是探讨啊，咱不要这伦理啊啊，你注意听着啊，哎，说呀，嗯，朋友也可以猜啊。说有一口井，一口井，井底下有一只青蛙。嗯，井底之蛙。这青蛙想爬上来。好，注意算数啊。嗯，这个井的深度是5米。5米。这个青蛙每天白天往上爬3米。3米。晚上往回退2米。2米。问这青蛙几天能爬上来？我纳不纳吗？哎，你算算，井深5米。5米。白天爬3米。对。晚上还退2米。哎，这合一天爬1米。几天爬上来？井深是5米。5天，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怎么就不对呢？你看3天，怎么3天？3天爬上来，你3天怎么爬？你脑子笨，你算不过来。你算，我说你算啊。哎，好嘞。井深多少？5米。井底有什么？蛤蟆。蛤蟆想干嘛？上来。对，头一天，嗯，白天往上爬3米。对。晚上往回退2米。对呀，啊，爬几天了？爬1天了。爬几米了？爬1米了。第二天，嗯，白天往上爬3米。对。晚上往回退2米。对。爬几天了？爬2天了。爬几米了？爬2米了。离上面还几米？3米。第3天白天3米上来了。不是，对吧？不是。哎，你看看，你看，您先甭顾。好嘛，这题目就有学问。那他就不往下退了。好容易上来，他还退回去。还没那蛤蟆聪明呢，你看看，都上来了，我再退回去。行，第4天怎么办呢？在天上悬着，尝，你脑子太死板了。我是不知道蛤蟆怎么想的。你这人太笨，嗯，不如蛤蟆。你跟蛤蟆一个心理。那甭管，那也比你聪明，哎，是吧？你再说一个。嗯，我还说一个。你说一个，听着，来，说光着膀子呀，光着膀子，披麻袋，光着膀子披麻袋。对，这猜一什么呀？猜一喝的。喝的，嗯，酒水啊，对，哦，这光着膀子披麻袋，我猜着了，什么？这个叫七喜。什么叫七喜？你看光着膀子呀，你看光着膀子，它一般都是男同胞，对，比较泼辣，光着膀子披麻袋，妻子一看很喜欢，七喜。那是我光着膀子披麻袋，你妻子很喜欢，像话吗？不对。七喜吗？怎么不对啊？不对，可乐。我就帮你，嘿嘿嘿，很可乐，可乐。我看你就够可乐的，对不对？不对，不对，也不对，不对。这是不知道。那我教给你了啊，你说说。那个学着点，我记一下。说光着膀子披麻袋，这是什么呢？扎皮。去，找个没苍蝇地方聊聊去。扎皮。哦，光着膀子披麻袋，扎皮，这叫高不高吧？不高。不怎么样，哎，行啊，看来你对这个猜谜语打灯谜有点研究。哎，灯谜老了嘛，啊，急转弯这方面你还真行。那是有两下子，嗯，说相声都得会点这个。对，说学逗唱嘛，啊，这也属于逗逗，对不对？你上来俩人呢，甭管说几句话呀，
就拿对方开玩笑，是互相开玩笑，就是这职业，就是逗，嗯，对吧？我们俩呢，大家可能有知道的，还有知道的，我们俩这个关系呢，比那个九成九男呢，比他们之间的关系都近。是，朋友们也有不了解的，嗯，介绍一下，那说说吧，我是他爸爸，哎呦，的干儿子。咱说清楚了行不行？你别拦我，你一拦我，观众认为我是你爸爸。哎，后边还有话，我是他爸爸的干儿子。哎，对，他是我儿子的干爹。瞧，我媳妇儿是他妈不的干女儿。哎呀，他妈是我女人，嗯，的干娘。去，这怎么意思？说话不会断句是吧？不是断句，眼睁着事实求是吗？我就是这么回事吗？你老是那大辈儿。你当着朋友，你说我是不是你爸爸的干爹？对呀、啊，啊，那没错。不是，别臭丢了就。楼上的，别起哄！我怎么了？你看，你是我干爷爷，合着我有那么老吗？行，别捋了，臭韭菜还捋上了。反正就是开玩笑，嗯，我们就在台上爱开玩笑。对对，下了台就不这样。下台我们动手。对，是吧？你都滚起来，对，都揣起来了，是吧？相声演员嘛，就是这样，啊嗯、三句哈哈，两句乐，叫不说不笑不热闹，这就叫幽默，就为了逗您一乐，嗯，把您说乐了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目的，是不是？你看他生活中有很多的兴趣，嗯，兴趣都是非常雅致彬彬的，哎，文绉绉的，对，最喜欢的什么您知道吗？什么？一提您得佩服他啊，喜欢下棋和蹦极，啊，我就喜欢蹦着极，下着棋。那棋子都飞了。对，这两方面的爱好他喜欢。嗯，最喜欢下象棋。下象棋好，大家也有会下的，您也了解啊。问问你吧，咱聊聊象棋几个人下？啊，这还想半天，你这玩意儿，我就没见过这么问过我。这怎么不能问啊？俩人。对呀、啊，你说呀，俩人一共多少棋子？一边16个，一共32个。好，几个车？4个。一个马？4个。一个卒？10个。错了吧？多少？5个卒，5个兵啊！你没下过象棋，你哪？咱是下棋，咱是灯谜啊！怎么又灯谜呢？下棋啊！你看，你买一副象棋，打开盖一看，10个卒，你是不是得找他退去啊？那全是黑的，怎么下那玩意儿啊？对，你上学了，指着这兵，老师这念卒，他算你对吗？你就别举俩例子了。兵是兵，卒是卒，敬是敬，追是追，你哪懂这个呀？是。几个人下？俩人。几个卒？5卒5兵。这不就对了吗？他喜欢下象棋，是，我也喜欢下，我下不好，我老跟他学。我上回找他下象棋不在家，我净出门蹦极去了。我喜欢。北京郊区有这么个地儿啊，叫10度，哎，那儿有这项目蹦极。他喜欢蹦极，嗯，挺高的啊，不知道哪位朋友您蹦过？80多米，险呢。蹦极80多米，对。但是您别替他担心，有时候拴绳子。知道吗？这个有时候拴上，还有不拴的时候呢。你赶上基本都是拴的时候，好家伙，都是拴绳的时候，嗯，这就放心了，保险绳嘛。对，虽然刺激，但是它保险呢。嗯，挺粗挺长的绳子，嗯、拿过来拴上，没蹦先累死了。拴绳子呀，没有拴这儿的啊。啊，掉王八来了。嗯，拴绳子拴哪儿啊？拴脚脖子。拴脚脖子，对，拴一个脚脖子，拴上之后，你这掉螃蟹来了是吧？不拴脚脖子了吗？拴俩脚脖子。拴俩脚脖子。对，你跟你父亲一人一个，拴上之后得干嘛？拴一对儿啊？不得拴俩？拴俩？我拴俩脚脖子。你拴俩？对，你爸爸不拴。然后呢，你抱着他，你们爷俩一下去。你爸爸不拴。你妈嫁人了啊？你妈嫁人了。不是你，不是你，没有你爸爸，就你自个儿拴。对，拴脚脖子，啊，这玩意儿也挺那什么，挺恐怖的，也挺累的啊，累的。但是80多米高啊，拴上绳子总归它还好点。那是80米高，拴个145米的绳子，拴上以后呢，别说了，他下去的时候呢，别说了，心里头别说，干嘛？一共80米，对，拴100多米的绳子。哎，你这放风筝来了是吧？你这人买什么不都希望多来点吗？你得分事儿。哦，拴多少就太长了啊！太长了，太长3米，3米，拴一3米的绳子，3米的绳子拴上就在那儿啊。下边有个项目叫打靶，80多米，对，拴3米，我在那儿当靶子，自由靶。哎，对，嗯，太短，多少米？79米，79米，就差一点啊，就差一点，要这刺激，嗯，
65米。65米，拴上65米的绳子，是绳子有点弹性，嗯，弹出78米来。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俩有什么仇啊？没弹性，您多蹬得慌啊！我给你爸爸扔井里了，是怎么着？不蹬得慌啊！不，65米啊，没有弹性，我拴的是铁丝儿。行行行，你愿意勒着那我没办法，我就喜欢这种感觉。咱是好心好意，对吧？反正他喜欢这个，还好心好意，喜欢这刺激的这项目，嗯，是吧？反正您就甭管怎么说吧，社会上的生活人了解的多，是爱好算相对比较广泛，广泛这就可以了。相声演员吗？说学逗唱吗？嗯，你得把生活当中的事儿啊搁在相声段子里头，对，大家就爱听了，哎，立体了，哎，说学逗唱的唱是什么呢？太平歌词，嗯，数唱来宝啊，这是唱。今天呢来到上海，我也高兴，我给您唱一段数来宝快板书，您欢迎不欢迎？您还别说啊啊，在我们单位唱这快板书怎么样？他是冠军了。哎呦，你这是夸奖我，真是轻易不唱啊。嗯，今年还没唱呢。啊啊，我给大伙唱一段。今年刚几天？对，你也别闲着。你在这儿呢，你给听一听，哎，看看我唱这是哪段。不，你会的少，你准没听过。我可以说教给你吧，好不好？啊，行行，咱研究啊。哎，听着啊。哎，哎，你看这是掌声，这就起来了啊。哎，开始了。真是好，唱吧。他们照相的，要照相。行了，一会儿打雷再劈着你。啊，这玩意儿就那什么，注意听着啊。我唱了啊，我唱，你知道吗？嘿，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你一张嘴我就知道。我这话可大点儿。哎，我还节约着说呢。我一张嘴就知道哪段。对，听这是哪段？哎，这哪段？这你吃了几块臭豆腐啊？我能吃8块臭豆腐。啊，你顶着风臭8里。你不是说张嘴就知道吗？不，你张嘴没张嘴？出声啊！要一出声呢？出声我就知道了。知道了啊，嗯，听这个啊。嘿，这哪段？这哦，广嘿呀，啊！出声没出声，啊？你得有字眼儿啊。有字眼儿，我就知道了。听着，我说的是。完了，字眼啊，不不不，好几个字呢，有整句的没有？会不会啊？有整句知道啊。嘿，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着，这缺少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时候的天师，你这牵驴来了，什么动静？我知道这是哪段，不要再唱了。这是哪段？这个呀，啊，三打白骨精，有两下子。西游记嘛，这是跟你爸爸学的吧？嗯，你去，行，这也不是正式的唱，啊，我再来一段，你就不知道了。好嘞，听这，跟刚才那个不是一段啊。太好了，听着。啊，充满了电，哎呦，累死我了，该听这个啊。哎，21岁的小寡妇，少兴没神儿啊，思想起了奴家好命苦，我这过了门的范白裙儿，死了那个栾云皮儿啊。别干！你干嘛？这死了那个当家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当家人，对，当家人就是栾云平。甭废话，你媳妇死了，这段叫小寡妇上坟，这都你都知道啊？这段都知道，我可不给你留面子了啊！因为什么呢？留两回他不会运用。对，就说我不要脸。我再来一段，我再来一段，你甭说知道哪段，你能给我接个下句吗？好，能吗？能，能接下句。哎，你录好了音啊？行，能接下句，证明你小子啊，有两下子啊，成为资料。接下句啊，我唱完你来一句啊。打出手，我说的是高高山上有两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来，该你了，去去去，跟侯震弹球去吧，对吧，这我们弹这东西，那接下句啊，这根本就没这么一段，你看他接不上来，他告诉没这么一段，根本小段啊，两只羊啊，怎么没有啊？你段子也太小了，幽默呀，还不如放屁时间长呢。也分谁的屁是吧？哎，反正这你还真行，这个呀不叫本事，不叫本事，这叫死词儿快板。是，有能耐演员讲究活词儿快板，那没有人行了。即兴发挥，嗯，有个题目，当时编词儿，合辙押韵，还有笑料，这个最难了。嗯，我行，嗯，我可以，这你可以吗？哎，你出个题目，我出个题，你唱一唱，没问题啊。你得合辙押韵啊，哎，合情合理，好好，还有意思。好，哎，您听这题。你是不是没日子打了？行了，别这个，你唱上那灯泡。哪个？灯泡。灯泡啊。哪个灯泡？有必要这么严谨吗？这里好几百个灯泡呢。不不不不，随便就唱灯泡俩字。大灯泡。嗯。真叫棒。行。要是没电，它不亮。还真行。唱了，完了，哟，这就完了。那当然，破灯泡唱多少啊？哎，你唱，你唱这音箱，音箱啊，大音箱，它是高档，要是没电也不响。唱完了，你唱上那麦克风，麦克风，它放当中，要是没电不出声。唱完了。我看台下有搞对象的，哎，年轻人呐，搞对象呢，要是没电搞不上，去，别糊弄我行不行？嘿，不是怎么糊弄你？老这两句，你这题目简单了。搞对象是大题目，你给好好唱着。唱着搞对象？对呀、啊，好好唱了啊。啊好好嘿，这个搞对象，搞对象是搞对象啊，搞对象。先搞四个对象，你说你为什么往下唱？让我唱呢，我就唱。你爸爸台下搞对象，你爸爸，你叔叔台下搞对象。别废话，你于大爷台下搞。去去去，他后台搞呢，他。你说谁搞？谁搞对象？没有人啊。啊，他就唱这题。哦，啊，没有你们家人，没有具体谁。这个搞对象，他的规矩多。什么规矩啊？一男一女最适合，多废话呀！搞对象为的把话说，咱们剧场里边少，这个公园里边多。公园他们越说越谈越有趣，这个商商量量的办喜事儿，够快。结婚的一对一对又一对呢，就是没有你的份儿。我听说你还没对象，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啊，这个女方家住在西藏的，有空你就去一趟。我没空，那太远了也。坐飞机去啊？飞机啊，到了西藏，下了飞机，年轻漂亮的西藏姑娘过来拿那海带给您带上。走走走。嗯，那叫海带啊。那白的哈达，吉祥如意的象征啊。哎，就是这比喻，你甭设计那么些个了。不是，我挺操心你的婚事的。你甭操心啊，我这都要结婚了。真的是有对象、啊、有要结婚，那好事啊。那当然了，我给你唱唱结婚的事儿。嗯，你一高兴你就得给我点纪念品。谁给谁钱结婚啊？嗯，你结婚你跟我说，嗯，我给你办辆火葬车。别跟你说，这个火葬车能拉货。别嗯，火葬车，我结婚啊。我知道这车便宜，这是便宜的事儿吗？还有卧铺，咱别对付成不成啊。你打算要什么车呀？小轿车。小轿车。哎呀，你结婚
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那个小轿车，火小轿车。我给你办辆凯迪拉克的小轿车，太可以了。这个你结婚呢，嗯，你跟我提，哎，我买点礼品送给你。好啊，我买的礼物实在多，怕你们家地儿小，没地方搁呀。有地儿搁，有吗？我们家大着呢。多大平米？我们家呀，啊，跟于老师家一样。那是多少啊？好多平米呢。哦，那我可送了啊。哎，有电磁炉，嗯，有电饭锅，是。有按摩椅，有大餐桌，大餐桌，有大电视，有电动车，有大花圈，嗯，有骨灰盒，这些个东西往哪搁？走走，都搁你们家去。你不好多平米，那搁这个呀？搁哪个？大花圈、骨灰盒。什么？你再说说。大花圈、骨灰盒，你怎么给自己定这个呀？谁给我定的？你刚才唱的没有？结婚有送这个的吗？哎，让人笑话。你唱，我听见了。没有，你听错了。你再唱，再唱也没有啊。你再唱，有电磁炉，是吗？后边有电饭锅，嗯，有按摩椅，有大餐桌，有大电视，有电动车，后边有大花篮。有首饰盒，这些个东西往哪儿搁？哪儿错了？有大花篮，大花篮。哎，首饰盒，大花圈，骨灰盒。你别老想那好东西。哪儿错了？那我听错。哎，往哪儿搁呀？往我们家搁。对，这个大花篮，人人夸那里边插的是鲜花，有玫瑰花，这个茉莉花，这个芍药花，还有牡丹花。嗯，这个饼干盒。还有首饰盒，它都是这个带花边，这个卖的都是功夫钱儿。上边沿儿啊，下边台儿，象牙的雕刻整一圈儿啊，还有个框子装相片儿啊，装相片儿啊，乐悠悠啊，安上电池它能转悠啊，转起来呀、啊、会发光，照的屋里它亮堂堂啊，亮堂堂的真吉祥。别唱了，这是电动的骨灰盒。骨灰盒哪有电动的？拿着这给你爸爸玩去，啊？干嘛？你需要这个？我给你上边沿儿，下边台儿，象牙的雕刻整一圈儿，对，有个框子装相片儿，对，这就是骨灰盒啊。首饰盒、饼干盒，你怎么？咱别对付我行不行了？就是装什么都行。不，甭你装什么都行，不能装骨灰啊。没装骨灰啊？谁的饼干盒、首饰盒还有一相片儿啊？有相片啊，对号入座呀，别拿错了啊。对，个人对个人呢。是啊，嗯，拿错了就埋错了。你老在这埋干嘛呀？干盒啊？不行，不你要什么样的？我叫一盒一盖的那个。一盒一盖，嗯，首饰盒、饼干盒，你选一个啊。首饰盒，我当然我得要那个饼干盒了。饼干盒多棒啊！喜欢吃饼干吗？对啊，这个饼干盒真叫好，各种的饼干装的真不少。所有的东西都办齐，那个我来给你当司仪呀。这个买白纸啊，写黑字儿啊，你们家里办喜事儿，撂下吧。嗯，谁的喜事儿买白纸写黑字儿啊？这不先练练吗？练什么练？正式不是白纸啊？你正式买绿纸写黑字儿，那画一王八甭上色儿。这个买黄纸算卦的，那个买报纸啊，嘿，买手纸啊写黑字儿啊。买手纸就别嚷嚷了，好不好？我就觉得这也挺新鲜的。什么新鲜？什么纸？买红纸。哎，纸啊，写红字儿啊，你们家里办喜事儿，那还看得见吗？都起了嘎掉了。你不说红纸吗？买红纸写金字儿。买红纸写金字儿。对，你们家里的办喜事儿，哎，就听见汽车喇叭响，18个新郎往外闯，闯过去，行了，热热闹闹入了洞房。18个呀？啊，集体婚礼。不要。省钱，就我一个，就你自个儿了。对对，那些呢？歇着，回再来啊。哎，啊，你一个新郎往外闯，敲锣打鼓啊，喜洋洋。嗯，汽车里坐着个灰太狼啊啊！不是，汽车里坐着个大姑娘。大姑娘，你冲着汽车一鞠躬，嗯，鞭炮齐鸣，那个咚咚咚。是，你冲着汽车二鞠躬，嗯，大家伙抻脖瞪眼睛。你冲着汽车三鞠躬，新娘子坐在车里不吭声。嗯，你冲着汽车四鞠躬，大伙默哀5分钟。这圆坟来了是吧？不是默哀，大伙要求你5鞠躬。哦，你冲着汽车6鞠躬，
新娘子这才露笑容。新娘子下车慢腾腾，她嘴里还把这个小曲哼。你看她秃眉毛啊，小眼睛，俩耳朵呼大呼大扇着风。这是那侯震。其实你的眼神不太好。新娘子长得俊又巧啊，你看她瓜子脸，尖下颏，细眉毛，大眼，两个大酒窝，外穿红袄大花格，脖子系着个白围脖，头上扎着个白头绳，她怀里抱着个骨灰盒。又来。下面请您欣赏《爱情万岁》，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刚才是高峰，哎，栾云平是高峰，是我师弟，嗯，栾云平是我徒弟。哦，高老师说相声最卖力气，是啊，话筒都湿了，嗯，不至于话筒湿了，嗯，不至于湿到那儿去，你去，哎呀，谢谢吧，啊，高老师唱快板唱得好，哎，人家下过功夫，代表着老北京传统曲艺，是。他也是在八宝山曲艺团进修，没有，一晃啊啊！高老师到德云社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小子呢，啊，年轻那时候，像现在跟中年妇女似的，都改性别了。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啊，又换上我们老哥俩来了，这第三次上场了。您觉着您老不老了？哎呦，我觉得岁数是慢慢一天大。我认识他那会儿啊，嗯。小脸蛋儿一掐一兜水儿，啊，您可能也是太使劲儿。现在都有白头发，就是年龄大了。哎，你也别说别人，我也是这样，都在长吗？我原来站台上说相声，嗯，三个钟头五个小时不觉得累，年轻。现在时间长了腰酸腿疼啊，就是，他媳妇儿都说我。我媳妇儿说你什么了？你可不如原来了啊！谁说的呀？这干嘛非我媳妇儿说呀？这个不光你媳妇儿啊，高峰的媳妇儿也这么说。是啊，嗯，好多说相声媳妇儿都这么说我。啊，人缘不错呀、啊。那净交朋友了，就这个呀。玩笑说玩笑，嗯，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老话啊。嗯，但是上台说相声还是最开心的事儿。那是高兴的事儿啊，尤其是于老师带着全家跟我合作，谁呀？很高兴啊。有时候您老说在台上，应该又说人家嫂夫人如何如何的，嗯、啊，其实还是那句老话啊，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啊。对，你以为我在台上说谦儿嫂，嗯，我就那么开心吗？你就是这么开心，我看，别这人就这就没意思了。不是你这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真到台下你要见见人家两口子，你就知道，嗯，谦儿哥谦儿嫂人家这个感情，嗯，那是针插不入，水一泼不进，哎，我们倒是有感情基础，人家这个青梅木马啊，木马呀，什么青梅竹马呀，青梅竹马，对，俩人的感情是这份儿，还行，谦儿哥本身人很正直。是真的热心肠，嗯，有阵儿待着了，嗯，门口饭馆，于老师，嗯，帮忙吧，于老师打开那包啊，拿出一白帽子，他们叫我叫的有点勤了，这个，哦，我还老帮忙，您说过一回了，这我说了哈，多新鲜啊，那是说，可能第二天又叫，啊，对，天天帮忙去啊，人很好，人好的什么程度、嗯？什么程度？他连洗头房都没去过。这叫什么评判标准呢？这个，现在可能也没有洗头房了，这没有了。二十年前，嗯，那是一个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场所。什么词儿？这是一个不大的房间，点着一个粉色的灯，嗯，里边坐着一个老大姐，嗯，画的口红描的挺好看，嗯，她说她是美容美发，嗯，你把她那屋拆了，连一把梳子都找不到，人家不用这工具啊。这个地方于老师没有去过，我都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从这儿走就走过去了，哎，路过，被那个大姐敲窗户喊他，哦，噔噔噔，嗯，玩会儿嘛，嚯，啊，谁玩谁呀、啊、这个？
怎么这么粗的声啊？于老师能吓一跳。那是。哦，多少钱？我嗨，我这就别问价了，我就没去过啊，那就别问价了。人很善良，是疼人，应该的，对我最好。啊，咱们关系也好，真的啊。有时候我一提，我特别感动，是吗？你比如说谦哥，嗯，今天休息，哦，炒一桌子菜，做饭，打电话叫我去吃，行，你吃饭正常。那个兄弟啊，滚！这什么意思？就是双方都很开心。你问我了吗？又打过来了，嗯，那个来德刚啊，滚！还是这句，嗯，兄弟，嗯，滚，就心里热乎乎的，是血压都上去了。嗯，一会儿，他媳妇儿给我打电话，嗯，你要死啊，嗯，滚过来吃饭来。哦，来了，嘿哈，怎么他一说话你就来了？你嫂子叫我了。哦，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啊。你幸亏想起这句话。哎，洗澡换衣裳喷香水干干净净的去干嘛去？我嫂子叫我吃饭去。哦，哎，到了。嗯，这是于谦的家，他认识，伸手敲门啊，啪啪啪啪啪啪，这是敲门声吗？这个怎么这样？您啊，有门铃啊？您有门铃？没看见啊？不新鲜，啪啪啪，嗨，什么缺德门铃啊？这声，哎，太好了，在哪儿买的啊？哎，行，就不用打听了。门一开，啊，来人了，嫂夫人出现了。她开门，穿着个超短裙。你瞧这什么场合穿超短裙？不是特别的短，到哪儿啊？锁骨。哎，锁骨，那不是超短裙，那是假领子，那是。上头这个边在锁骨的上头啊，我说下边，在锁骨的下头。哎。这不是还是那么长吗？在这儿 啊！进来，快进来，进来！哎，进来了。嗯，桌子摆好了，一桌子菜。哦，快坐下，坐下啊！啊，哎，嫂子坐我旁边。是，谦儿哥在厨房正忙活呢，我得忙活饭啊。一听说我来了，啊，打厨房出来了。哦，你先等一会儿。哎，我这是要现形啊？是怎么着？我干嘛呀？王八精，这是，屋里炒菜，拿着铲子呢。啊。我把他撂下再说话不行啊，嫂子，回去。哦，来吃饭啊。哦，来，嗯，吃豆腐吧。对，吃什么豆腐啊？麻婆豆腐。说清楚。哎，你看看这个菜，还有别的吗？给我蒸了一盘金华火腿。哦，嫂子，这是什么菜？你傻呀？什么菜？有一腿。哎，你们这关系非搁在明面上说是吗？吃的聊着，啊，一会儿的功夫，谦儿哥打厨房出来了，那就是忙活完了，把围裙摘了，我就摘围裙就别涮脖子了，我就。嫂子递过一杯凉啤酒，知道我爱喝这个，辛苦了，喝了吧，瞧瞧，谦儿接过来，我这干嘛呢？这还有沫是吗？喝了。可不是喝了就完了吗？喝完了，嗯，嫂子开心了，嗯，那个我想喝一点北京的豆汁儿，哦，想喝豆汁儿，你去给我买吧，这还不好买。这个豆汁儿啊，是北京南城很小众的一种饮品，是在北京城也没有多少人喝，南城多，全北京城就是南城有两到三家卖这个，是他们家住的北京的锦北这儿，北边，嗯。他窗户后头就是张家口，嚯，这大北边了。嫂子说：“你给我去买吧。”还得买去。你别开车去了。怎么呢？你喝酒了。你瞧我这杯酒喝的。二哥，骑自行车去吧。那可不是吗？哎，骑自行车走了。嗯。你想来回70里地？差不多。他回来夜里11点半。嗯嗯，进门喊我们俩，是醒醒醒醒，你们俩都睡了，喝多了啊，还醒醒醒醒，嗯，早坐起来了，哦，谢谢你谦儿，啊，坐下了，那个我又想吃天津的煎饼果子了，好家伙，您先把豆汁喝完了再说去，啊，你去买吧，
你开车去吧，好吗？废话，上天津我再骑车去。他开车奔天津啊，煎饼果子是早点啊，啊，等到次日清晨六七点钟买完了，买完之后呢困了，在车里睡了会儿，赶等再回到北京已经是中午一点半了。好家伙，一天一宿，把我急的怎么还不回来呀？你急什么呀？我得回家呀！啊，你早该回家了，你知道吗？啊，就说我们好，是吗？就刚才这件事情，我们三个人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吃亏的。哪三个人？你说说。发自肺腑的疼人呢。哦，他有事他也找我呀、啊。我有什么事找你、啊？我们仨人互相帮助。我能。你比如说我心里别扭了。跟谁打起来了，心里别扭、过不去了。是。谁劝我也不行。哦。最后一定是嫂夫人。嗯。把我说服。怎么那么别扭？这话听着。啊。他有别扭事儿，他得找我，我能帮他处理。我找你什么事儿？他出去拍戏去了。啊。嫂子发微信。累不累啊？嗯。他那累得不行了。嗯。回微信。太累了。啊。还睡了三个小时。可不是挺好的。这一晕乎呢，字儿写错了。写成什么？小时写成小姐。哎。啊。太累了。嗯。才睡了三个小姐。那是够累的。啊。嫂子气坏了。嗯。这两次跳槽。啊。我还跳槽呢。跳什么槽啊？一回家打起来了。啊。你上门口跪着去吧。完了。谦儿上门口。我这是趴着呢，不是跪着呢。给我打电话。嗯。兄弟，我出事儿了。哦。滚。又来了。那个哥哥求你滚。没完了。我这儿滚。什么意思？一会儿他媳妇打电话来了。啊。我马上就去。哎，滚。你听见什么了？你就马上就去。嫂子哭了。啊。一到门口，他在门口正跪着。你瞧。我倒是不变姿势。怎么了？问问吧。哎，怎么回事？一说，把这微信给我一看。嗯、哎呀，你净惹祸！我给你讲情吧。讲讲吧。低头。我从我这儿迈过去啊。你整跪在门口吗？瞧跪这地方。我进去了，谦儿在外头，把门给我关上。哦。我还望风呢，我在这儿。下午四点半来的。嗯。转天早上九点四十，我才出来。还得上天津买点煎饼去。嗯，一天云彩散，串过来了。那是，嫂子不生气了。哦，挺好。嗯，但是后来我也说的，我说你们不要再打架了。怎么呢？我实在受不了。我用你啊！我说，我认为你们夫妻啊，要想解决这种矛盾，嗯，应该要个孩子。哦，他说，都累吧？啊啊！我给你倒什么辛苦啊？我，你这个主意出的太好了。哦，啊，我同意。嗯，没多久，嫂子怀孕了。嗯，你看他说准了这事儿。哎呦，把我高兴坏了。你老跟着掺和什么呀？这里头替你高兴啊！啊，跟我亲哥哥是一样的。哦，我走了街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嗯，好多人看我，他怎么那么高兴？嗯，他跟又有孩子了似的。这几个人怎么那么闲了呀？你看，开心啊！包括到后来到医院去检查，每次都是我们两个陪着嫂子一块儿去。你老跟着掺和什么、啊、这里那个医院的大夫是咱朋友啊。啊，你的关系。哎，这是咱们哥们儿啊、哦、大夫。嗯，嫂子坐好了。是。哎，嫂子坐着，他在那边，我在这站着。你看他都不走、哎。大夫拿着片子。嗯。看看签儿。哦。这孩子不是你的呀。这玩意儿能看出来。我这个冷汗就下来了。这要我来了。嫂子一转身就跪下了啊，谦儿，对不起。哦，谦儿的表现也吓我没跳。我说什么？发生了什么呀？没明白，怎么了？傻小子，哎、行了，别摆姿势了。这大夫把这片子啪就扔了啊，又拿起一张来。哦，这张是你们的。哎嗨，好嘛，医者父母心呐、啊，啊，这叫缺德。后来。嫂夫人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这不挺好的？哎，起名叫郭小宝。对，谁呀、啊？郭像话吗？什么？姓于？哎呀，姓什么不吃饭啊？这没听说过。这就看出咱的为人来了。怎么呢？做好事不留名。要我来了。
我给孩子起了个姓儿，没听说过姓儿有起的吗？就是我们两家好的就跟一家是一样一样的，哎，还不错，真很好。你包括只要一出去演出去，嗯，嫂子就嘱咐他，嗯，天儿，嗯，那个我嘱咐你啊，什么事儿？你出门在外啊，这回走好几天啊，你照顾点德刚啊，嗯，啊，他要是有个感冒发烧了，你就死在外头别回来。哎呦嚯，好嘛，就咱心里豁出去，热乎乎的啊，你是热乎乎的呢。但是其实不用嫂夫人嘱咐，怎么呢？他做得很好，是吗？我现在已经非常的害怕于谦老师照顾人。你看怎么叫害怕呢？他比我大四岁，嗯，一天到晚他要是照顾我，咱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啊，不踏实。后台演出换衣服，嗯，脱了大褂，换鞋换袜子，你一脱袜子他就过来了。我干嘛去？你看过来把袜子抢走，嗯，回去给你洗。哇，回去给洗袜子，洗袜子，洗袜子，熨平整，喷上香水送回来。小我还真细致啊！你说咱好意思吗？嗯，你就跟他抢吧，抢吧，您别管多少，自己来。嗯，你一抢，他抢过去，把袜子就塞嘴里。这我太贱了吧！我还塞嘴里。要是出去有个三四天，啊，他可得意了。怎么呢？上房间去搜袜子。我这上瘾了是怎么着？要是发现有没洗的那个内裤，那是最好。这也管，哥有三四条内裤，哎呀，高兴啊！哎呦，眼泪都下来了，我要哭，人生太幸福了 啊！拿着，好，嗯，高兴。前些日子欧洲巡演不就是吗？啊，打我那儿有三条内裤，三条裤衩他抢走了，啊，回去非给我洗，哎，洗完晾干了，送回来两条。怎么我验了一条啊？认错了，记错了，那条是我的，他以为是他的了，哦，他就留下了，弄混了，我也没往心里去啊，他还就穿上了，呵，把我裤衩穿上回家了，嗯，到家一换衣裳，他媳妇乐了，乐什么？哎，你怎么穿德刚的裤衩啊？没事，后来啊，这个别后来了，好上下级的您这，这个心里说就没完没了了啊、嗯！一说一乐，大伙儿出去也不要传，是呀、啊，因为传不好听啊。您说，嗯，别说好不好啊？很开心，嗯，每年都来两次上海演出啊，一般是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对，每回来换的演员也不一样，嗯啊，这个但是高峰是每次都必须要来的。那是一直跟着我们商演，因为我们跟高老师私交也很好。对啊，高老师是我们的左膀右臂啊，这好哥们儿是不是？老高，高老师上来聊会儿吧，来。人非常好，哎，您夸奖，相声说得好，哎呀，一般，基本功扎实，倒是练过。为什么说得那么好？原因是呢，他有个好师傅。这话不假，哎，他师父是一个著名的相声爱好者。哎，您先等会儿，我师父是外行啊，啊，老艺术家，他的师父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哎，王小二先生。哎，您听这名字像艺术家吗？王小吉？不对，张小二？不是，范振钰先生。范振钰？哎，犯了罪，镇压在监狱。没有，您别胡批了。没有啊，就是范振钰先生。范振钰先生，对啊，我们的老前辈。没错，已经去世了。嗯，不少年了。是哪年正法的？哎，啊、正法不是这词儿，我们听着都别扭啊。08年故去的，08年故去啊。哎，我有印象，是吗？老爷子是天津人，没错，去世也是在天津。哎，那天高峰还在北京演出，对，演完了之后，从德云社往天津的医院赶，哎，最后一班火车，我印象特别的深吗？是了，是不是？赶到医院还看表，嗯，11点多。后半夜了，快冲进病房。对，他师父躺在那儿，这一帮徒弟围着炕边一圈啊，都到了啊，高峰也来了啊，师父、啊、我来了，师父，风尘仆仆回头看表啊，11点多，不到12点。是是，师父啊，老头别赶了，没事儿啊，你行，没事儿，我觉得我的精神状态还可以啊，还挺好。你别看插着管子，
哎，氧气，但是没事儿，我认为我还能够坚强的活下去。哎，那就行，我还要把相声带给观众。哎，啊，高峰眼泪都下来了。师傅，您别说这没用的。哎，没用，叫没用的呀。啊，孩子，踏实住了，我还能活啊。就是，哎，嗨，行了，嗯，走，这是把管子都给拔了。哎，好嘛。他师父去世，那还不去世？为什么呢？嗯，因为老爷子的病房和医疗费是徒弟们每个人负责一天。嗯，明天就该高峰给钱了。对呀，我不能让他过十二点呢。那所以赶过去嘛。要不进门一劲儿看表呢？但是在火葬场追悼会的时候，是高峰这份的。那是我亏着心的啊。师兄弟们，各界亲友们，嗯，不要哭。是，不要哭，不要哭，啊！师父给大家带来快乐一辈子。对，我们不要哭哭啼啼。那我们，哎，我们不要表现的像那些个专业的说相声的一样，不要哭，我们要用笑声和掌声送师父最后一程。我听着都新鲜。哎，来，鼓掌！好家伙，大伙儿都鼓掌。嗯，有俩徒弟媳妇乐的都背过气去了。嗨，至于不至于？大伙儿冲着老头的遗体，耶！啊，耶！他再坐起来。还有俩徒弟，哎，来来来，来来好，又来了，来这儿，哎，好，赶紧照，哎，对，哎，玩多热闹这东西。火葬场看门的大爷说了，说的是这老头准是他们给弄死的，哎，没他们，我一人弄死的，要不然不能那么开心啊。好家伙，虽然说老爷子去世了，嗯，但是留下这个余孽，这个哎，说清楚了，那个姓余孽，那个姓包孽，不，您就别褶着说了。对，好，行，徒弟就说快不快？哎，呵，够快。留下这个徒弟呢？徒弟干嘛呀？不是吧，徒弟留下这个徒弟呢，发扬相声。哎，这话对。高老师唱一个，啊，你想，各位您别觉着，本来应该我唱，但因为我感冒了，啊，就得高老师唱。我唱一个，这高老师跟我师傅学的。这，高老师刚在后台啊，唱了句现代戏。我最近迷恋这个，我可没想到啊。什么呀？他怎么唱的那么好，啊？我这不练得多了吗？调门也高。试试，你刚才唱了一句叫什么来着？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啊！还真听见了。哎，那高啊！嗯嗯，您给大伙儿来句尝尝好不好？我在这儿来一来啊。没问题啊。我开始唱了啊。这个现代戏啊，唱起来是这个味儿的。你看我让不让唱啊？我突然间很想跟您一起合作。我这是突然间的想法。哎，哦。但是我呀，嗯，我给你出一主意。什么主意？我唱前半句，我呢，您接最后这一轻松。哦，高腔是我的，好不好？那更好了。哎，对您有个要求，啊。您说，你起这调的时候稍微高一点，嗯 嗯，要不然我唱不痛快。罢了，上海可不是一般的地方。那是十里洋场纸醉金迷，没错，京剧的窝子。好地方，哎，秦腔、河北梆子、枣茄糕都这儿发源地，哦，都是这儿发源的，你没想到吧？哦，这还长学问。李六，嗯，是个调门啊。啊，您来来，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就是这词。要，不行不行，哎，什么玩意儿？你怎么了？起高点啊！感冒所以了。要，嗯，不行，再高点。好家伙！要。你舍不得唱啊，是怎么着？你高点能怎么着啊？高老师，高老师，这哎，拦您一句，他唱太低了，我还低呢，啊，我就要跟您说这事儿呢。这还一人呢，你看，刚看见，我把您忘了，把您忘了，忘了，像话吗？大哥，哪上来老太太？您说吧，什么叫老太太？我跟您说，他这调门已经不低了，那是对一般人。对您也是，您别忘了，啊，您接后边那是高八度，对，翻上去唱，对对对，那比这高多了。哦，他这调不低，可以了，到时候您得翻上去。你也看啊，跟你有关系吗？我这不提醒你一下吗？你这倒霉模样，站着旁边瞪俩肚脐眼，你干嘛呢？什么话呀？他唱前头，我接后头，这里没有于谦什么事，啊，我也唱不上去。对呀，啊，你今天来到上海了，又刚过新年，是啊，对不对啊？今天我让你啊，啊，小刀拉屁股，怎么讲？开开眼儿。哎，看完这玩意儿，我碰不上好人，我这也是命。你要是下刀的时候看看是不是我的裤衩，哎，您得给我来一照片啊。没有，嗯，来来，高点高点，要再高点。要再长一调，要再来来，要哎呦嗨，整个一老娘们儿来不了了，赶紧找别人，尽你所能吧。哎，嗯，要这就行，这就行。学哪
踩山顶沙。哇，您这做法，一轻松那儿呢，那儿呢，注意啊，是注意着呢，一轻松。谢谢大家，谢谢。真有点谭元寿的味儿。行了，行，来，谁跟你握手了？你要脸不要脸，还握手呢？你这人不是你先伸的手吗？我伸手拦着您，别让您跟观众这要掌声了。怎么样，唱多好啊？好什么呀？哪点不好啊？哪点好？您这都出来都大便干燥的腔儿啊！去，行，这怎么了？您这用这路语言唱多地道啊？地道什么？根本就没听见。咱白唱了。人家没听见什么，他没听见什么，他没听见。哎呀，你声音太高了。嗨、哎、有点意思吧？太棒了、哎、是吧？那咱们再来一个吧。哎，对对，没问题，好不好、嗯、啊，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认真听啊，这我听着呢。穿穿好，保持林海，嗯，跨雪原，气冲我吃撑着了，这个哦，那儿啊，啊，哪儿啊，小汉啊啊啊啊啊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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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落一整脸，你看怎么这回您拿这当整脸、哎、怎么好你、啊、行好不好，这个您给评价评价。我评价您帮着我提高，反正要是您这艺术用网上最流行的这么一个网络语言来形容很恰当啊。怎么形容啊？就是蛋疼啊。什么话你这你是不是下刀的时候拉歪了？我故意闭着眼睛的。老有话说、啊、忙切、啊、对，忙拉啊，对。高老师我们再唱一个吧。哎，我还上瘾了，我可爱跟你唱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嗯，嚯，都开始了，你看来吧。哎，走，什么戏？你这是，你早点问的，我忘了。您再唱一个，我再给你编一个吧，好吧？哎，太好了！《红灯记》，狱警传四郎好，我迈步出监，出监是我的。是的。哎，这回彻底没声了。有花，有花，好鞋，好，皮底里服呢面，对，看出来了，41号，四三的。四三脚这么大，哎，对，我穿四一的，他可能四二。谁问你了？你们唱不唱？说鞋干嘛、哦？这回怎么样？满意不满意？你先非问我是吧？你看这有进步啊！这么说吧，啊，就您这艺术啊，是这儿要搁一馒头，狗都能唱。你这人呢，太不等着。我拿馒头去，你回来回来回来。哪有馒头啊？你我跟您说啊，您别轻视艺术啊。哪有艺术啊？一般人来不了呢，还谁都能唱是吗？多新鲜呢！你能来吗？谁都能唱，我怎么不能唱、啊？那太好了，大伙鼓掌，让他来，来。你管什么？你说这杠台子都没意思。老师，你说高了我上不去，你不出声谁来不了啊？来吧。于老师准备好了吗？您这个玩意还用准备呀、啊？哦，还玩意？您听这话，您喊嗓子吧。哎，啊，嘿，还行，还行，在家。这怎么是我袜子味儿了？呵，好。好的，来吧，来试试调门啊！哎，嗨，啊，你再高一点，哦，啊，尽你所能吧。啊，你学我这就好不了，你知道吧？听着吧，哎，我们马上就开始了啊！哎，一见公子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Please, it's your turn. 嗯，阿里嘎多，恭喜马斯。他往这道谢来了，来呀！不是这，关键馒头狗都能唱。不是你们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是吗？哦，哎，怎么样？哎，啊，我就是真唱不上去。哎，
不谁都行吗？废话，刚才就看不起。废话，你们这叫缺德知道吗？哪点缺德了？本身这段调门就高，是不矮啊，那低的时候还往这么高了唱，真正高的时候谁也唱不上去。嗯，要不我试试。你瞧，好，爱人有型的。好，你试试，你唱。主要是感冒很严重，未必唱得好。是客气了，您唱啊，您唱头里，我给您接后头。哎，我起调门，高点起啊，你听好吧，来吧啊。嗯，还没唱啊，差点给我吓回去。那位嗓门也不听着啊，来来，高点门啊。嗯。一见公主到灵间，不由着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安门，真好。嗨，捧我干嘛呀？真高哈啊！你原来是不是在宫里上班？哎，说这没用，接我这唱，再来。站立宫安门，叫小凡，那上去了。主要是感冒，要不还得高。我跟你说，这话不假。嗯，谢谢吧。嗯，这个感谢上海父老乡亲们对我们的厚爱。是，每次来的时候都是满坑满谷，大伙儿都是从头做到尾，很长，热烈欢迎啊。嗯，这份情谊我们记在心里了。是，嗯，可能熟悉的观众看得出来，现在演出呢，出来助演的除了高老师这个德高望重的这个哈，嗯，濒临去世的先生了啊。哎，活不了，剩下就是年轻的演员，对，小孩儿啊，我看你们大伙儿也很熟悉，把他们叫出来，这个大伙儿玩会儿啊。嗯，我们依次来介绍一下啊。啊，从那边开始。哎，高峰高老板，我的爱徒罗安云平。这边是九字科的徒弟高九成、张九南、何九华、尚九熙。主持人是我师弟相声泰斗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都往前站，咱们给大伙儿唱个大西厢吧，好吗？嗯。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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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普救寺僧人渡来送行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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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办案人等上了伯龙马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呀，一心赶好够奔东京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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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走过三里桃花店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越过五里杏花营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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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桃花店前出美酒啊，哎哎哎哎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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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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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啊，哎哎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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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这世界很酷。